大家好，咁啊，清酒神秘学咧，咁啊，今日请一个好重量嘅嘉宾，就系我身边呢位。你好，你好，各位。系啦，机关先生啦，咁啊，因为台长咧就去咗，唔得闲。系啦，不丹。系。啊，咁所以咧，我哋就请嘉宾上嚟咧，帮手做下节目咁样嘅。咁本身我自己咧，都已经想揾咗 KV 上嚟帮手做节目好耐噶啦，不过又。好似夾唔啱時間或者夾唔啱啲題材啊，咁啊咁啱，咁啊台長又去咗公幹啦，咁 Gary 喺佢公幹之前，咁佢又有啲時間啦，咁所以我哋就夾咗今日咧上嚟做啲節目嘅。咁今日我哋同大家做啲咩分享啲咩話題好咧？咁啊，梗係呢排我哋都成日都出現嘅情況就係個天氣反常嘅嘢啦。啊，不過其實話時話即係其實我哋香港係咪都係算叫比較好彩啲咧？算。如果喺側邊嗰啲地區嚟講，我哋算叫做最小事。嗯，即係你話民生嗰啲就冇得講啦。冇錯冇錯。但係你如果喺天氣上面咧，就最多叫做落咗個幾禮拜雨。咁啊，有時會大啲。係。係啦，咁啊，最多個地就浸少少啦。但係 so far 就冇乜點樣特殊嘅意外啊，或者係特別惡劣嘅天氣咯。咁如果我哋有留意新聞啊，我哋就會見到原來鄰近地區咧，係會落個波落嚟嘅。咁我咁大個仔咧，即係啲車嗰啲玻璃即係裂曬啊，揼到係啊，咁所以即係如果揼到人啊，都不得了啊，真係。所以我就喺度諗啦，啊，其實呢啲咁樣嘅異常天氣，究竟係我哋本身個環境係好唔正常，所以會有啲咁嘅天氣，定係話會有其他原因導致會有呢個咁嘅後果啦？所以咧，今日咧，我哋嘗試咧就睇下可唔可以從呢一啲咁樣嘅現實裏面出現嘅情況，可以帶到另外啲話題出嚟啦。嗱，首先我問一問啦，咁啊，嗱，既然清酒神秘學，咁啊，梗係要講下日本嘢噶啦。冇錯冇錯。咁其實我諗咧，大家有陣時聽阿 Lawrence 做節目啦，或者聽阿台長做節目，或者我都好啦。其實我哋都開始有個問題。即係開始要諗，就話究竟其實日本本身咧，而家已經越嚟越多人係好擔心未來會發生嘅嘢。冇錯，好似例如海嘯啊，係地震啊，甚至而家傳咧就話富士山都會喺短期內都會可能會有爆發。基本上每過一年咧，咁佢就會將富士山爆發啦，又或者南海板塊嗰個事故咧。嗰個機率會加大嘅，咁但係加到幾時咧？咁暫時都仲未知嘅。總之而家最新嗰個説法就係話咧，未來十年發生嘅機率咧係3%七十，係未來30年咧就會係90%。咁即係話喺嚟緊30年咧，就幾乎啊，即係差唔多係必然發生咁滯㗎啦。如果我哋有睇過啲喺視像頻道嗰啲啲日本嘅朋友，佢講陰謀論咧。基本上佢淨係講地震咧，個個禮拜都講啊。係啊，其實我自己某程度上我都佩服佢哋嘅。唔係話黑心想佢哋出現呢件事啊，係個個禮拜都講，個個禮拜都更新。嗱，今日佢呢度有少少震咗，你唔好以為小嘢啊。啊，上次台灣震咗，可能就到我哋震㗎啦，又或者美國震完又到佢震，或者。前咗幾日係咪？係係係。印尼咪有嘅。印尼又有。咁佢話印尼呢個板塊其實同我哋日本呢個板塊都有關嘅喎。咁可能會預示到咧，我哋將會嚟緊一個好嚴重嘅一個大地震或者一個大海嘯，咁就會令到生靈塗炭啦。所以日本人咧要快啲走啦咁樣。係係。咁所以我覺得佢哋係容納到呢啲咁樣嘅節目嘅。嗱，我諗因為點解咧？其實大家都明白，日本人其實係危機意識好強，比我哋強好多。咁特別咧，就因為佢哋本身咧，就日本人，你對美國政府本身或者對美國咧，其實係一個好矛盾嘅狀況。即係一方面明白歷史上嘅嘢，但係其實佢亦都而家越嚟越多嘅聲音咧，其實係想即係慢慢唔想俾美國政府係牽涉得太多。冇錯，佢想攞個自由度大啲。咁但係就因為而家其實全球所發生嘅天災越嚟越多，咁啊嗱，就係美國啦，咁啊啱啱我哋錄音前嗰幾日就加州又有地震啦，冇錯，咁啊再之前就甚至連紐約都有，係，咁咧我就一路有留意到咧，有人就會講，其實會唔會我哋暗地裏係打緊一場我哋唔知道嘅氣象戰咧？係啦，咁當機會提到呢個題目嘅時候咧，我第一個感覺就係、都仲有少少懷疑嘅，因為我其實咧，我對氣象戰爭呢個咧個概念其實係好簡單嘅啫，就係由我2000年代開始睇一啲本地嘅神秘學嘅節目啦，咁又會講到啊，原來喺阿拉斯加係會有一座咁勁抽嘅嘢啦，其實唔似佢嘅。係啦，咁後屘越睇越多，或者聽得多 Gary 嘅節目咧，就會知道有呢啲咁樣嘅。台長都有講過啦，個設備咁樣嘅，但係我都係認為呢一啲咧。
係誒、會唔會有時係穿作附會咧？有時會唔會係大家叫做諗多咗咧、但係當我要準備今集嘅節目嘅功課嘅時候咧，我先發現原來係咪好得人驚啊？我唔只不過我係點解會有一個咁樣嘅懷疑咧、因為自己知得少，冇做過功課，冇睇過資料，或者冇睇過啲報紙，又或者冇去了解呢個世界上發生緊啲咩嘢事啊？咁、原來當我哋查多啲嘅時候咧。原來先知道咧，可以幾乎咁樣講咧，呢一樣嘢係絕對存在，100%存在，爭在佢係做到嗰一樣嘢係有幾咁明顯，或者個事實係夠唔夠震撼啊？係啦，原來我哋睇翻啲資料咁樣計，即係嚟我就好粗略咁樣睇啊。日本嘅報紙咧，就喺1930年代啊，即係上世紀30年代開始咧，報紙已經登出嚟嘅。而佢啲報紙咧，唔係嗰啲細報紙喎，係讀賣新聞喎，係啦，朝日新聞啊，即係呢一啲即係大型嘅報紙度有呢啲咁嘅報導嘅。咁所以我一睇到呢啲咁嘅資料嘅時候，咁我就會覺得，咦係喎，咁我都要認真做多啲功課。同埋日本人佢自己都曾經都試過某啲嘅情況都做過一啲類似地震武器嘅實驗啦。冇錯。咁我哋陣間我哋會簡介一個即係日本人對人工地震嘅歷史裏面咧，我哋會得知佢哋原來咧做過好多次唔同嘅地震，亦都係由幾十年前開始已經受到呢啲所謂嘅人工地震嘅襲擊啊。咁所以佢哋喺人工地震嘅呢個研究上面咧，可能喺亞洲啊，佢真係冠絕咁多個地方，因為所以。你認為他哋相信呢樣嘢咧，係其實係有原因，即係唔係無中生有，你噏嚿嘢出嚟就有人信。係啊，因為本身佢哋第一，佢哋研究得早，第二，佢哋經歷得早，係冇錯。我好坦白咁樣講啊，如果你真係要數到我哋香港人直接同我哋有關嘅氣象武器，又或者叫控制天氣嘅一個。叫做傳說啦、我哋只能夠就會諗起李氏力場嘅啫，最多係咁樣嘅啫。李氏力場就控制到我哋翻唔翻到工，即係第二日我哋有冇假放嘅啫。但係呢個對於我嚟講，我哋一個即係點樣當係一個 jazzo， 即係話辛苦咗咁耐啊，放多一日假期啦。咁、但係就唔會零舍去關心究竟如果呢個世界上真係有呢個氣象武器，又或者可以控制一啲。氣候發生氣候的轉變的時候對人類的影響是會有幾深的如果你是相信有這件事其實如果我們就這樣說氣象武器先其實氣象武器是一個很籠稱的一個即很闊的東西因為我們要製所謂要講不同的武器首先我們剛才講了地震啦沒錯然後就颶風啦咁啊，海嘯啦，咁然後咧就再更加細分嘅咧，佢連生態武器其實佢哋都有分。咁啊，當然每一種武器咧，就每一個發生嘅意外或者每一種嘅情況咧，都有唔同嘅做法。咁所以咧，就佢哋分裏邊嘅問題咧係好多嘅，甚至咧而家我所睇到嘅咧，連臭氧改變臭氧層都係有一種武器出現。係啊，呢度咧我有少少個人嘅問題，想請個Gary兄啊。我哋咪成日話見到咧個天空上面有啲飛機咧，咪可以噴一啲嘢化學物質啦，係。嗰啲係咪即係如果我哋香港見到嗰啲啊，係咪都係嗰啲嘢嚟嘅咧？而家當然我哋冇辦法理解啦。咁因為呢個陰謀論其實係冇一個正式。的證據是說有影響是但是如果你相信的時候那為什麼有些飛機會沒有條尾或者為什麼你見到條尾但是見不到個飛機的呢那就的的確確是因為現在尤其是、因為我們可能經歷了、疫情啦有這些身體出現有不同的情況啦現在你會留意到我們香港的新聞突然之間可能會多了一些可能、心臟啊又或者猝死的新聞的所以有人現在越來越、對應回這件事我覺得是理解是但是其實是解釋不到我自己覺得因為我為什麼我會接觸到這一件事呢就話說呢我在很多年之前因為我就客串就寫下呢個日本馬經嘅，咁日本跑馬咧，咁即係有啲好耐之前跑嗰啲馬，啲馬個馬名需要做翻譯嘅。咁我好記得有一隻馬咧，個名字叫咩咧 ？Hikoki Kumo。咁譯翻到中文就咩咧？飛行機的雲啊。哦 ，OK。咁我奇怪即係點解會用嘅咧？當時我睇佢字典即刻彈咗出嚟嘅喎，啊佢就呢個叫飛機雲咁樣喎。咁我心諗。
點解叫飛機雲？都個雲好似飛機，但係又揾唔到相關嗰啲話，即係個雲好似個飛機形狀。我開頭以為係咁樣啊！哦，原來當我查多少少嘅時候，咁佢就話啦，一架飛機飛過嘅時候咧，佢會產生好多類似雲狀嘅物體，冇錯，停留喺個天空嗰度，冇錯。咁呢就叫飛機雲啦。咁我就喺度諗，呢啲係花式表演啦，定係話另有所圖咧？但係而家咧，比如天文台咧，其實係承認有飛機雲呢樣嘢嘅。但係如果有化學物質嘅 chemtrail 咧，就化學凝結尾呢樣嘢就唔承認嘅啦。首先大家要理知道先。咁你信飛機有尾，但係佢裏邊放嘅物質有冇毒咧？呢個就兩回事嚟嘅。所以嗰陣時咧，我有聽啲節目講嘅話，即係譬如美國嗰啲人咁樣啦嚇，咁可能喺佢哋嘅血液裏邊咧揾到啲又有好似塑膠咁嘅物體嘅，咁究竟呢啲咁樣嘅病徵啦嚇，或者咁嘅狀態，究竟係咪同佢哋嘅天空所散播落嚟嗰啲化學物質有關咧？咁呢個就不得而知啦。咁我都相信咧，就算有人查到好個結果啊，都唔能夠咁輕易可以叫做播放到出嚟俾大家知咯。我諗咁樣講啦，其實而家個世界咧，改變得好快，即係我一路都覺得，因為以前我哋講陰謀論咧，可能10年、20年都冇答案嘅。咁而家有一部分嘅陰謀論咧，你會覺得好短嘅時間就已經即係會已有個現實出到嚟，佢冚無可冚噶啦。咁好簡單，早排有一隻嘅疫苗，咁已經佢自己都認出現有呢樣嘢啦。咁但係我哋距離呢樣嘢只不過兩三年時間。其實我都真係估唔到咧，佢肯認嘅。你問我，我真的覺得，我不認咪唔認咯，你吹啊！你咩證據話打完我啲針會有一個咁嘅情況？嗱，我諗咁樣講啦，其實有一種嘅説法咧，就話其實每一樣嘢其實都有影響。就算好似例如喺美國二三十年代，咁佢哋曾經都用過一種嘅情況，就係將一啲梅毒嘅病菌打落啲黑人嗰度啦。咁呢樣嘢其實係佢自己都認，好出名嘅呢個，好出名嘅。咁但係你話到依家，因為可能未來嘅情況咧，估計啊，而家有外國好多人已經估計就話未來好短時間咧，依一個後遺症會出現。咁所以既然係咁嘅時候咧，不如就將一樣嘢推爆咗先。係，咁你咪可以無限。我哋咁先啦。好，咁啊，頭先我哋咧就講到咧嗰個疫苗嗰度啊，咁可能咧即係都即係已經咧比我哋想象之中快脆知道咧嗰個由來啦，所以咧。之前成日都話唔關事，或者係咪真係㗎？咁嗰啲朋友咧就唔需要再去懷疑啦，係事實已經擺咗出嚟啦。爭在我哋用啲咩方法咧，即係去幫自己要盡量排翻多啲毒出嚟。不過嗱，我哋講翻天氣個問題啦。係，因為我點解我即係我哋大家會有咧？因為嗱，我哋而家開始我哋面對到嗰個突然之間嘅天氣反常，已經感受到啦。嗯，冇錯。雖然我哋香港未有正式啫。係。咁但係咧。我睇到喺網上咧，其實已經有人論調咧，就話呢個氣象戰咧，就係一角一邊，就係用颱風、颶風，即係喺天上邊嘅反常嘅情況。咁有另一邊嘅咧，就係用地震嚟，即係大家還擊，咁啊各有唔同嘅辦法。咁啊，但係當然啦咁。裏面的陰謀論究竟有冇辦法證實，我哋唔知道。其中有一種嘅説法咧，就係日本朋友講出嚟嘅。如果佢講地震咧，點解佢講個兇手究竟係邊個呢？就原來肥仔金。係冇錯。咁喺呢度咧，我有少少資料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啊，因為我就因為通常咧我。如果同阿 Gary 咧去邊度做節目都好咧，咁我都要事先問咗佢我哋今日嘅題目，咁所以咧會有多少時間準備做功課嘅。咁原來咧打北朝鮮，同埋呢個咧叫做氣象武器啊，嚇呢幾個咁嘅 keyword 咧就有好多料彈咗出嚟啦。嗱，我哋由呢個倒序法啦嚇，即係由最近嘅嗰個過去去數翻以前嗰啲俾大家知，大家就可能會比較清楚嘅。咁啊，話説咧今年1月1號嘅時候，日本嚇嗰個金澤石川縣嗰度咧就出現咗嗰個海嘯啦，系，好反常地系咩咧？肥仔金咧系有发呢个哀悼文咧，就俾日本政府噶喎，第一次有史以嚟第一次。咁当然啦，即系心水清嘅日本朋友，咁佢哋就会觉得啦，哇！你条死肥仔啊，平时又唔见你咁好死，无事献殷勤。系啦，究竟你点解会唯独是今次你会发个咁嘅即系叫做慰问嘅一个电报过嚟俾阿岸田文雄咧咁样，咁所以大家都觉得呢一次事件
應該就係同呢個所謂嘅氣象武器有關啦。咁當然啦，即係我哋之前有一集我喺機會嗰度錄節目咧，都有輕輕提過一下，就係話佢哋有錄低咧當時海嘯發生嗰個時候嘅嗰個振幅震波，係嗰振幅係點樣嘅？咁如果我睇而家我手上份嗰份資料咧，顯示出嚟嗰個震波咧係同好多傳說係用氣象武器造成嘅一啲海嘯好相似。嗱，正常嚟講咧係會有呢、這個即係起手式，係慢慢震，係通常都係越震就越犀利。跟住震去個高峰過咗之後咧，係啦，越嚟越震得少啦，咁樣即係好似即係我哋抌個波地下咁樣嘅。開頭你越大力抌落去咧，佢彈得越高，但係彈多幾下嘅時候，咁佢個力度減低咗嘅時候咧，就會越彈越少。咁佢呢個咧係都係同嗰啲相似，係開頭嘅時候係直頭冇咁滯嘅，突然之間去到一個點 ，bang， 跟住就咁樣減衰減，係啦。咁所以咧，有好多即係叫做陰謀學説嘅一啲學者咧，就第一時間就走出嚟啦。哇！這個咁樣仲唔係呢個氣象武器啊？加埋佢一個咁樣嘅姿態，咁你話唔係都冇人信啦。咁但係當然咧，即係日本有好多氣象學家咧都有出嚟反駁啊。大家諗多咗啦，其實就唔係嘅，呢啲係自然現象嚟嘅。如果佢認啊，真係好大鑊㗎。係啊，就佢梗係唔敢同你講啦，係咪先？如果認咗，我諗可能即係成個國家可能即係有一半人可能都唔敢。翻工我都，我谂走添。系啦，即系原来你咁样就可以整到一个地方咁样烂晒嘅。咁睇翻报道咧，咁就应该系有一位韩国朝鲜人嘅学者，就应该系喺入籍咗日本。系系。咁佢就喺一间大学度做教授嘅。咁佢就讲咧，原来系北朝鲜啊，喺去年嘅时候咧就已经咧向外公布咗咧，佢哋有一款朝鲜文咧就叫做 Halo。即係個發音啊，咁咧嗰個意思係海嘯咁嘅意思，咁啊呢一個叫無人水中攻擊艇，咁呢個無人機即係我俗稱叫無人潛艇咁樣計啊，佢去出發到去某一個點嘅時候咧，佢只要向住嗰個目標，通常個目標都係嗰啲叫做碼頭啊。空港啊，或者係一啲目標嘅城市，或者近海嘅沿途嘅城市，咁佢呢個水中攻擊艇咧，只要一射呢粒嘢出嚟咧，最大嘅個功率咧係可以令到即係嗰個地方啊出現五十米高嘅海嘯嘅。咁如果五十米高咧，咁就基本上全滅噶啦，即係方圓幾公里都，因為五十你諗下一層樓我當你三米高啊，咁如果五十米十六層樓咁高噶咯喎。係好誇張喎！即係一棟大廈咁上下高。係啊，即係我當啊嚇，一層有100層樓高嘅大廈，但係如果你俾一個五十米嘅海嘯衝埋去，咁我諗嗰個大廈都應該都應該會散應該。咁所以咧大家聽到呢一個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哇，你係咪真係咁堅抽啊？即係話而家你咧就俾一個叫即叫做少少懲戒我啊！如果你再即係點樣講咧，就再同佢哋即係叫鬥落去嘅時候咧，或者你成日同埋韓國啊、美國嗰啲軍演咧，咁啊唔排除咧佢又會即係將一個正式嘅一個海嘯武器，海嘯武器咧就喺日本上邊實施咁樣咯。咁啊呢個就第一件事嚟嘅。咁原來咧，即係喺北朝鮮發表完之後咧，喺同年即係都係舊年啊，俄羅斯咧，咁佢哋就話係研發緊一款咧，叫做用核做有核彈頭嘅魚雷啊。咁咧呢個咧都係可以令到即係對方目標嘅碼頭或者係一啲沿岸嘅城市咧發生呢個超高海嘯嘅，但係佢就冇寫到佢最高嗰個功率係做到幾多啦。不過佢嗰個名咧就叫如果台灣就叫波濟頓，即係嗰海王咧，即係聖波塞冬啊，波塞冬係啦係啦。即係如果我哋聖鬥士星矢裏邊嗰個咧，就叫做波塞冬嘅，波塞冬嘅，即係話呢個海王嘅一個武器，咁就可以咧消滅曬對方咧沿岸城市嘅嗰啲目標嘅。咁咧，我哋就從呢兩個地方得知咧，即係原來呢個世界上咧就有兩個呢啲咁嘅國家咧，就已經公開話到俾人哋聽，佢係可以做到呢啲武器嘅。咁當然啦，即係我諗咧，如果你話北韓、俄羅斯都做到，咁即係話好多地方、好多國家都已經係可以掌握到呢個技術啦。即係因為點解嗱？我首先呢一樣嘢咧，就出現所謂叫做海嘯武器咧，我諗到一個好偶然嘅情況。咁啊，話説咧，即係我講翻個比較前啲嘅古仔，究竟點解有人會發現到有海嘯武器嘅咧？就話説就係喺50年代，咁啊啱啱冷戰嘅開始，咁大家都有印象咧，就美國嗰陣時喺比堅尼島咪試過好大核試噶嘛，
咁其實咧，就因為呢一個嘅核試咧，就發現到，咦，原來係可以因為核爆嘅原因而做到有海嘯呢樣嘢。咁其實咧，就嗰陣時就美國同埋俄羅斯本身咧，就發現到，咦，唔係喎。我哋其實除咗係炸人之外咧，係可以利用呢樣嘢嚟做到依啲咁嘅，即係咁有毀滅性嘅自然現象。咁其實咧就一開頭咧就其實就從呢個咁無意之中嘅咧，佢發現就開始就出現。咁直至到咧就喺1960年代嘅中後期，咁啊，因為首先我哋要知道咧，其實聯合國咧喺50年代尾開始咧就開始有所謂叫做。大國，你哋就唔好再搞咁多呢啲咁嘅核試啊！呢啲咁滋滋作作啦。咁喺阿留申群島咧，就嗰陣時咧，就美國咧就試過一次嘅核試，就喺地下入邊。咁咧就的確確咧，就令到喺當時咧就係出現咗喺太平洋嘅板塊裏邊咧，就出現咗有海嘯。咁所以咧，有啲人講肥仔金。即係北韓，佢要攞依啲咁嘅，比如油啊，所有嘅嘢，佢唔係做核彈。大家要有一個情況喺度，其實佢就想做依啲咁嘅海嘯武器，因為點解咧？嗱，當然有一個好實質嘅前設嘅解釋，就話因為你北韓唔係大啊嘛，冇錯。如果你做核試嘅時候喺個地表上面爆咧，咁你咪連自己都搞埋，冇錯冇錯。咁而且你知啦，大風咁啊，連中國都中埋招噶嘛，冇錯。咁所以佢就冇就喺地下入邊核試，但係咧其實有另一種嘅説法就話佢亦都係因為呢個原因，佢喺地下嘅核試，咁佢咪試到，比如做海嘯啦，又或者做地震武器咧，其實都係從呢一樣嘢嘅裏邊咧係開始出嚟嘅。係，明白。咁啊，所以你就話有啲嘢究竟信唔信咧？咁嗱，其實如果你要從呢啲咁嘅歷史上嘅嘢嘅裏邊咧，就開始就出現咗咧，係有咁嘅可能。好啦，咁我呢度咧又準備咗一啲日本嘅一啲展報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統稱咧就叫人工地震嘅歷史嘅。咁咧嗱。在日本咧，喺1930年嘅時候咧，咁佢哋已經率先喺亞洲嚟講啊，率先報導啊，Tesla 係啦。咁當然而家唔係而家呢個車嗰個 Tesla 啊嚇，係真係發明呢個係咪交流電係嘛？冇錯冇錯，交流電嗰位 Tesla 咁啊，真係好犀利嘅。咁佢就話呢位 Tesla 咧，佢係可以咧就透過做一個即係電極嘅一個輸送啊，即係叫做無線。輸送的期間呢就可以呢令到大氣裏面多了一種電極，而利用這種電極就做一種叫氣候的武器的。這個就是1930年代日本裏面呢就是報導的一件日事來的。不是，因為有傳聞過就說在1912年呢，大家都知道有個傳聞在俄羅斯附近那裡出現了一個通古斯大爆炸。通古斯大爆炸，其實那很多說法真的這個。Tesla 都已經有份㗎啦，話佢其實佢有份做㗎嘛，咁所以咧佢喺1912年嘅時候咧，其實佢已經有講過呢一個理論，佢就話利用物體嘅振頻同埋地球本身嘅磁場同埋再加埋所有嘅嘢，只要對正翻呢樣嘢咧，佢就可以做到呢樣嘢。哇，其實咁樣即係咁樣講啊！咁其實你第二次世界大戰使唔用核彈啊？但係嗰陣時未有科技，未有嗰啲嘢。明白。如果你用咗 Tesla 嗰個，基本上因為你有啲理論係知，但係未必做得到。因為我哋嘅科技，就算我哋而家啲黑科技都好啦，就算揾到 UFO， 傳聞都話比如而家我試完，唔得我就擺低，咁啊要過十年之後就再揾另一啲人就再試，咁啊然後先砌啊。所以就要過咁多十年之後先至可以將嗰個科技還原到唔知幾多成咁樣。係啦，明白。咁好啦，去到1936年嘅時候咧，咁咧日本即係你根據呢個讀賣新聞6月23日嘅一篇報導裏邊咧，有位叫做青山博士啊，咁呢位青山博士咧，佢就已經係公開喺報紙度講咧，即係睇到美國咧就做一啲係好犀利人工地震嘅測試啊，係啦，咁啊一個1936年嘅，去到1938年嘅2月19日咧，都係讀賣新聞嘅嚇，咁佢又話咧。日本因為知道美國會做呢啲咁樣嘅測試咧，佢哋日本自己都會喺國內做呢個測試，係啦，呢個1938年，即係佢哋而家其實都係86年前，86年前到啦，84年前嚇，84年前嘅嗰個事嚟嘅啫。其實84年前乜鬼嘢都冇，但係佢已經有呢啲嘢嘅啦嚇。咁嗰篇報導個主題就叫做咧，明日珍貴的
人工地震實驗。好啦，跟住去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啦，就嚟去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咧，就喺呢個元界灘啊，係啦，五月五號，1941年五月五號至到5月6號嘅時候咧，讀埋新聞就講咗啦，喺元界灘嗰度進行咗一個地震。人工地震的測試是真的試過的，即已經試了了，已經試了告訴你了。好了，在這裡呢，他沒有記錄低在人工地震，包括我有一段歷史想告訴大家聽的，在美國人放原子彈之前的一年，即是1944年、1944年日本出現了一個南關東，我不知道有沒有記錯是那個地名、在南關東那邊呢就出現了一個大地震的、但是因為呢當時在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嘅中後期、所以就冇乜點樣啲人去關心當時、地震係會死咗幾多人。但係呢次這個地震咧，係其實係死咗好多人，同冧咗好多樣嘢嘅。爭在係佢後來係俾美國啲光炸機炸到爛曬，掩蓋咗嘅啫。嗰陣時已經有學者出嚟講啦，呢一次嘅地震擺明就係美國嘅氣象武器嘅攻擊嚟嘅。1944年，我講緊1944年，佢哋已經覺得係佢哋嗰啲人，佢係有一啲咧當時係好細個嘅小朋友，當時經歷過嘅人係喺 NHK 電視台咧係講翻嗰件事出嚟噶。佢哋就話日本係一個成日會發生地震嘅國家嚟嘅，真咧係咁樣。但係佢又話咧嗰一次嗰地震係點樣咧？係啊。他話係咁大個仔去到而家嚟講，都從來未試過會咁樣震嘅、所以他又話佢哋呢班咁嘅幸存者，佢哋會覺得嗰一次嘅地震係同其他嘅地震係有一個好唔同嘅地方咯。同埋我諗你到戰後日本嘅歷史咧，佢將咗呢段嘅嘢，其實佢有少少嘢，佢直唔敢提嘅。佢用咗美軍轟炸而導致到嗰個地方係成為咗廢墟。冇錯，但係咧。其實實質究竟係唔係咧？有啲仍然幸存者就講、喂，其實我未炸之前已經爛曬啦，已經中過一次噶啦。即係大家你都可以諗下，即係其實日本人堅韌嗰程度係點咧？你出埋呢啲俾佢咧，佢都唔投降。即係知道你真係咧，即係你又用嗰啲咩疑燒彈啊？係啊，即係要又炸完又燒到東京爛曬啦。即係東京大轟炸。係啦。都唔投降，系都要落埋呢個原子彈兩粒，咁佢先至扯白旗嘅。咁就你就所以你會見到呢個國家咧，即係嗰個嗰啲人嗰啲韌力係咁犀利咯。咁當然啦，佢哋呢度一直咧由1945年打完仗之後咧，都有繼續去報道。譬如1945年1月9號啦，美國就人工地震佢話咩研究中啦，係啦。咁咧就喺同年啊，喺愛知縣咧。亦都發生了一個咧，薩6.8級尼克特制6.8級嘅地震咧。呢、這個佢哋係已經確認咗係美軍試武器啦，係啦，冇錯啦。佢哋係用呢一樣武器係喺當地愛知縣，即係喺中間名古嗰度啊。喺呢一個地方實即係叫做執行咗一個咁樣嘅攻擊嘅。咁佢去到好後咧，都會每10年咧都會有一兩篇嘅新聞，直至咧。去到1992年嘅時候咧、記者協會咧就日本記者協會咧就有一個不明文嘅規定，所有同美國氣象武器嘅報導唔可以再出。係啦，咁我又翻查下嗰即係翻查咗嗰啲歷史啦。嗱呢度我就應該我冇抄低嗰個黑嗰個即係成組嘢嗰個建設嗰個時間啦，係咪1990年嘅？我90年代咯。不過我諗咁樣啦，其實喺核嘅裏邊咧，而家因為我哋製造武器、製造氣象武器，因為其實有唔同嘅情況。係咁，而且我哋講核咧，我諗好多網友咧，其實喺唔同嘅節目，台長都有講過啦。冇錯冇錯。咁所以咧，我哋就唔需要長講，大家可以聽翻。冇錯冇錯。知嘢啊，可以聽翻。好啦，咁頭先我哋講緊1940年之後啦，咁我哋一跳咯。咁我哋一跳咧就跳到1976年啦。咁1976年咧就呢個同聯合國係啦，就唔同即係唔係單止日本嘅事啦，係全世界一齊啦。1976年咧，聯合國咧就頒發咗一條條例，就叫做禁止使用呢個氣象武器。咁1976年係咪應該係越戰之前定係越戰後？越戰後。好啦，咁就即係話咧喺美國。
即係所謂就即係幫呢個越南打仗嘅時候咧，咁就係有用到呢個氣象武器嘅，係啦。咁如果唔知嘅朋友咧，就可以咧就上維基百科啊，或者上去其他網站咧，我諗都要好詳盡嗰啲資料噶啦。嗱，如果橙仔嗰啲咧，係啦，因為如果我哋講越戰嗰個咧，就涉及到喺天通上邊啦。咁我哋而家我哋比如我哋講翻喺地震嗰度咧，其實喺1992年我哋大家頭先都講起咧，令我記得翻就係洛杉磯大地震。係。咁洛杉磯大地震佢震完嗰陣時候咧，其實隔咗冇幾耐咧，就已經有美國嘅官科學家就質疑翻咧，喂，你呢一個情況會唔會其實係因為喺早我諗阿灣，我諗兩個禮拜一個禮拜前咧，其實喺內華達州咧，佢係試過一次地下嘅核試。咁啲人咧就會講就話，其實會唔會係因為內華達州喺呢次核試啦？因為咧。嗰次核試咧就喺6月18號，係咁而喺洛杉磯大地震咧就6月28號，咁有一啲科學家咧就推論咧就係話呢個係一個有史以嚟係最大型，但係一個係非核爆裝置做出嚟嘅大型爆炸，係1000個 TNT 係啦。咁1000噸，係1000噸，係啊，1000噸，1000噸嗰位啦。咁其實就唔係淨係佢講嘅，甚至連英國一本好出名嘅軍事雜誌叫《軍事年鑑》咧，其實佢都有提過，即係呢一樣嘢。嗯，咁所以你話信不信由你。係啦，咁啊，再加埋咧，喺1976年過咗之後咧，1982年啊，日本國會裏邊咧，即係都一致通過咧，就叫做咧禁止啊，即係禁止自己個國家咧就使用任何呢個地震兵器嘅，就簽咗呢個條約。咁所以去到後期咧，大概30年之後啦，去到2013年啊，全世界咧係有121個國家咧簽署，係支持咧呢個唔用呢個氣象武器嘅一個咁樣嘅條例。但係我諗咁樣講啦，美國又好，就算當時嘅蘇聯咧，其實佢都有同一樣嘢，其實佢哋都係諗緊係做呢啲咁嘅地震武器。係咁啊，但係咧頭先我哋一講 Tesla 啦，咁啊當然咧就有一個我哋叫做啄木鳥計劃。咁呢個啄木鳥計劃咧，其實佢就用咗Tesla 個原理咧，就用射頻或者用低頻咧而影響一個地方嘅嘢。咁大家其實呢個啄木鳥計劃咧係可以上去維基咧，就大家可以揾一啲進一步嘅資料。即中文都揾到嘅。係啦，係啄木鳥計劃。咁啊，而且咧就佢做嗰嚿嘢咧，就好似美國佬嗰嚿盒咁樣嘅。係。咁啊，大家就可以上網揾啦。呢啲我哋唔長講啦，冇理由明白明白多次維基嘅嘢。冇錯冇錯冇錯。係啦，就係咁樣咯。咁呢個就地震武器本身點解日本人咁信咧？其實因為日本人佢真係研究得好深入，即係只不過。在官方的裏面就有種嘅感覺就話嗱，喂，你研究還研究啊，但係你唔好向公海講咁多，咁啊，因為費事影響到日本嘅民眾啊嘛，你都知嘅，實驚㗎啦，冇錯冇錯，係咪先？即係咧其實而家呢個主流社會啊，我唔係講香港啊，我講日本啊，佢係盡量想啲人民咧就冇知咁多嘢，係啦，唔需要咁多無謂嘅驚恐。如果要驚恐咧，都係要佢哋自己製造出嚟嘅驚恐。咁你需要驚，如果唔係一般其他嘢咧，你就唔好驚啦。你想想喎，即係喺就算你話講翻地震啦，頭先我哋最開頭我哋講海嘯呢一樣嘢都好啦，其實都係一樣令到而家日本嘅民眾係產生咗好大嘅恐慌，甚至乎而家對日本即係最大嗰個傷害，我諗都係即係而家數就係數到2011年嗰個3月11日福島嗰、那個核電廠嘅嗰個破壞啦。如果冇嗰次嘅海嘯，咁即係話。佢呢個核電廠就唔會出事啦。咁其實佢出咗事咧，嗰個危害咧，即其實係可以延續數十年噶嘛。咁所以即係點樣講咧？如果即全世界咁多個國家嚟講啊，即所謂叫做受呢個氣象武器即係傷害得最大嘅國家，應該我諗佢數第一都應該冇一定其他地方係可以數第二噶啦。咁當然可能有啲聽眾就會質疑啦，或者會有個疑問啦。你講到咁樣，你有咩證據顯示到嗰個深海地震係由某個國家所做嘅先？咁係冇直接嘅。即係你唔會話有一個人出嚟承認係啊，嗰個就係我撳㗎咁樣，係就唔會出嚟有人同佢講嘅。但你好明顯，你會見到咧，日本即係佢呢近呢30年嗰啲發展嗰啲軌跡啊，即係你好明顯行到而家呢一步嚟講咧，佢係俾邊個牽住嚟走啊？唔使講，即係寫到出曬面啦。嗱，前日咁樣啊，即係咧日元咧有一日啊，咪突然之間係由155一跌，咪捉咗160，穿咗個位嘅，咁就即刻。
假日之後咧，就有美國其他嗰啲叫做高層嘅官員出嚟講啦。其實我哋都唔容許咧日元咧有一個咁大幅度嘅貶值噶。呢個對我哋美國嘅國益嚟講都唔係一件好事嚟噶。所以咧我相信咧日本政府都會努力去解決呢個問題。哇，講得幾光面堂皇啊！但係你上一次日本點解？個經濟咁樣咁急劇咁樣跌，其實都係美國啫嘛。係啊，其實係咪先？好簡單，你而家睇咧，即係當然而家日本啲股票係跌翻咧。即係上次有一位聽眾佢留言就唔知係咪想佢話我講得唔啱，話嗰、那個即係近排近呢兩個月啊，即係嗰個日經嗰個點數咧就唔係跌得好犀利，係比以前嚟講升咗好多。我唔係講以前啊，我係講日元由150去到160之間呢個位咧，日本嗰個股票咧係冇升到上去，反而仲跌啊！點解我會咁清楚咧？因為我每個禮拜都睇，因為我有買噶嘛。係。因為我買咗好多落去日本環球嘅嗰個。其實你都係苦主嚟嘅。係啦，即係我係賺嘅之前，但係我一個月咧就賺少10%啦。咁所以先我自己啊，我係會比其他人咧係會多啲了解，因為我係有親身即係真金白銀買落去噶嘛，所以我係會知道嘅。所以咧，如果大家有時即係有啲咩都好咧，即係都聽清楚我所講先。我唔會特登去唱衰佢，亦都唔會即係點講咧？好似有啲後邊有啲咩利益去驅使我唱到佢好。但係因為點解咧？嗱，首先我都要理解，大家要解釋翻啦。因為我哋而家咧喺香港啦，其實我哋揾俄羅斯嘅陰謀論或者嗰邊嘅陰謀論，其實係比較難揾。冇錯，咁語言嘅障礙，語言嘅障礙，咁所以咧就因為我哋清咗神秘學啊嘛，冇錯，咁我哋梗係講日本嘢啦，係冇錯，咁所以我哋就用日本人嘅角度咧嚟睇翻呢個氣象武器，點解佢哋會相信有咧？好簡單嘅啫，嗱，我唔識日文嘅，我就用 Google Translate， 然後轉翻呢啲咁嘅詞咧，你喺 Google 揾翻，其實係好多日本人講嘅，係啊，真係好多。你去X 啊，即係以前嘅 Twitter 嗰度啊，你就咁打人工地震啊，哇！係啊，你睇一個鐘都睇唔完啊！咁當中有好多片嘅喎，有啊，有 NHK 啦，又有朝日電視台啦，又有以前嘅第八台叫咩富士電視台啊，咁佢都有好多呢啲唔同嘅訪問翻以前嘅人啦，訪問一啲博士啦，或者係一啲氣象學家啦，咁佢哋都不約而同，佢哋係講即係咧有一樣係實在嘅嘢。但是礙於很多不同的因素不能夠高調地去表達話俾啲國民聽啊。同埋因為我想佢亦都唔需要講或者唔敢承認，因為如果佢講咗有嘅時候，其實對大家都冇人。係啊，咁大家每一次一有啲咩災禍嘅時候，哇！喺邊個國家又用呢啲嚟對付我哋啊？咁樣咯。咁所以只係一個，我而家只係講啦，就作為一個傳聞。咁另外我覺得啦，因為我哋唔想散播啲咩恐慌啦。冇錯，冇錯。亦都有一樣嘢，就是大家聽節目記住都是求開心的啫。咁我上嚟做節目，我都係諗住食下嘢啊，吹下水啊。我哋都係頭先，我哋做節目之前咧，我哋已經吹咗好多水啊，我哋要傾偈啊、食嘢啦、飲嘢咁樣嘅。咁所以咧，我哋都係嗰句，喺而家呢啲咁嘅環境咧，我哋要比喺一般時候更加樂觀。係啦，冇錯，更加唔好太多唔好嘅雜念，或者唔好俾某一啲即係點樣講咧？可能會有啲即係有啲渠道可能會俾一啲比較負面啲嘅資訊噶嘛。其實咧，落雨嘅時候咧，濕濕大家咧係好正常嘅。但係好惡劣嘅天氣咧，亦都唔會長時間持續嘅。譬如即係假設啦，你落黑雨，你唔會落咗一年噶嘛。如果落咗一年，就落下方舟裏邊咗，係咪先？咁又或者譬如經濟好惡劣嗰個情況，其實如果我哋成輕睇一睇我哋香港嗰個發展嗰歷史啊，你冇講咁長啊，由1950年代打完仗，去到我哋嘅今時今日啦，即係咁多個高高低低。都是會有的，壞完又會好，好完又會衰，咁所以基本上呢，即係我哋只要我哋嘅心裏邊咧，即係保持平安，係啦，維持我哋嘅身體健康，咁我就覺得已經足夠啦。不過咁樣啦，其實因為我哋做呢個節目咧，因為我哋有感而發，因為而家全世界都對於嗰個極端天氣咧，都已經出現咗有恐懼出咗嚟，我記得咧上兩個禮拜，我太太俾一條片俾我睇啊，杜拜啊，係啊，咁杜拜又話佢唔知一年先只係落唔知幾多十毫米嘅雨噶嘛，佢哇落咁大雨，仲啲車都吹得吹喐嘅喎，咁我真係我有睇過啊，點解杜拜開頭以為係嗰啲嗰啲咩 TikTok 嗰啲咧，即係嗰啲自己玩嗰啲嚟㗎，睇下唔係喎，個車真係吹走嘅喎，真㗎。
啲人真係涉水，跟住又俾啲風吹緊翻轉頭嘅喎、哦。咁跟住過咗兩三個禮拜，又見到即係係咪珠海定邊度啊？廣東省啊，廣東省話咩晏晝一點鐘咁樣咧，無端端咧咁就變咗黑到好似夜晚咁樣。因為我自己都成日去廣州嘅嘛，所以我都會關心佢哋嘅。哇！咁又行雷，跟住行完雷，有啲地方又著火係嘛？係啊係。係啦，咁我就覺得哇，喺天又紅色啦。咩事咧？係咯，佢因為間唔中有咩又話個天咩去到黃昏又成個天變咗紅色。咁、我某程度上我有時覺得呢啲新聞唔知啊，有時唔知係咪人哋造假，我就唔係好認真咁去睇嘅。但係近排就發生得好密啊，所以咁我就會睇喎，究竟係咪有啲咩事？係咪明日之後啊？定係諸如此類咧？咁所以啲人話相信有氣象冇氣，咁其實呢個係有原因咯。咁就算你話講翻你話國內，咁我哋自己本身咧嗱，我哋首先我哋先要理解咧氣象冇氣呢樣嘢真係有，係只不過。它所影響的範圍究竟是多還是少的呢？或者它造成的破壞力究竟是否真的有，究竟是否真的那麼大了，那麼勁抽呢？這樣這件事就大家就因為很簡單，就算我們之前在中國舉行奧運，我們都曾經在北京都試過是將個天氣是利用人工來變為了，就令到它是不是沒有雨落，是的，沒有雨落，還有沒有那麼多所謂叫做霧霾的情況，其實他們都認的。就算我們現在上氣象武器，很多國家都有做到的，就算在英國50年代的時候，他曾經都發明過一個在個飛機上面的、然後呢就令到本身在英國某些地區的霧是減少，這些其實都是一個氣象武器來的，是沒錯，即只不過他是幫自己在倫敦，哇你大霧得滯，真的不行，沒錯，他即叫改善一些天氣上面的難題，所以我們說就算我們經常講笑地說理事力場，如果你相信有理事力場，首先大家要理身，這個是大家開玩笑，但是理事力場本身其實都是一個氣象武器一種，只不過氣象武器都可以有一樣東西，就是我是有一些氣象武器是攻擊，但是也都有一些氣象武器是防守用的，沒錯，咁如果我哋相信理事力強嘅話，咁呢個咪防衛性嘅咯。不過即係嗱，我哋純粹咁樣諗啊，嗱，譬如打一次風咧，即係如果打成嗰啲啊，咁對香港嘅經濟都真係有一個頗大嘅損失嘅喎。係啊，即係譬如嗱，你即係以前打風，你股票市場又要停牌嘅嘛，即係爆風球，咁你好多交通又開唔到啦，跟住唔知邊度水浸嗰度水浸啦，咁即係咁都要維修噶嘛，咁啊變咗即係變相政府又要攞到好多錢出嚟噶嘛，所以我以前我都覺得雖然自己係放少咗假比想象之中，因為好明顯咧，我哋即係以前我坐嗰個位就同四個同事，三個同事一齊坐，即係四個位咁樣啦，跟住我哋就喺度即係當叫喚咁樣啦，聽日仲唔八號咁樣行，一定八號啦。但佢行到嗰、那個，佢掉翻轉頭走喎。係啊，跟住又試過即係又咬腰咁樣吹翻上去上海嘅喎。一陣間通常佢係吹去海南島嘅，係啦，即係呢個就比較常見嘅。但係有啲好唔尋常嗰啲，咁我哋覺得哇唔係啊嘛，咁都走得甩嘅咁樣。因為嗱，我哋嗰陣時就當然好想放假啦，但係我哋早一排經歷過一個比較有幾日時間十號風球或者八號風球，你都成班友拗喺屋企嘅時候咧，其實掉翻轉上翻工喎，又上翻工。我啲 email 未覆，喺屋企覆咪得咯。系啦，咁所以有陣時大家求開心，咁啊，但系我哋都要覺得啦。未來我諗過，因為嗰個天氣個反常嘅情況，我覺得一路會我估只會繼續惡化落去咯，即係爭在惡化到咩地步，同埋喺咩地方發生咯。咁好慶幸啦，即係我都唔希望烏鴉嘴啦 ，touch wood 啦。咁我都唔想香港有啲咁嚴重嘅咩嘅，因為其實咧，我哋都唔知道我哋香港嘅承受能力有幾多噶嘛。即係上次落雨你睇黃大仙地鐵站嗰度啊，你就知道佢咩啦。咁如果你話即係假設啊，喺廣州或者喺珠海路發生嗰一鑊嘢，變咗喺香港都唔嘢少噶。你諗下跌個波落嚟，扎多人咁點算啊？咩？我谂有好多人剥穿头添。系啊系啊，即系轻啊剥穿头咁去医院啦。就如果你重得嚟，可能即系可能会有。我见到有啲危险啊！有啲片就系嗰啲车头玻璃，因为一路行，系冇错，凸到裂晒。哇！我见到真系好。嗰啲大陆啲保险都唔知有冇赔添啊！嗰啲真系。唔知啊，呢啲都系咩咁啊？呢啲系天灾嚟噶嘛？呢啲系啦。咁所以你话天气武器咧，或者气象武器咧，其實有不同的原理，都有不同的東西出現，我們當然就節目的裡面我們不能夠全部說出來，因為你就算你說人造的
降雨，嗱頭先阿 Lawrence 都講啦，六十年代啦，咁呢個喺維基都有，我哋都唔需要講啦。咁但係近年嘅咧，其實都可以講嘅，因為點解咧？九十年代波斯灣戰爭咧，其實係全民亦都有做過。咁因為點解咧？其實當時咧喺打入侵波斯灣嘅時候，即係打呢場仗之前咧，就曾經美國咧就揾咗一個所謂叫做由美國空軍氣象局咧，就已經派咗一班約莫五百人嘅部隊咧，就係去咗波斯灣就部署呢啲嘢。咁啊，但係咧就到之後咧。就有好多問題就出現，五百人咁犀利，係啊，其實好多依啲咁嘅嘢，好似例如九九年科索沃又有啦，打阿富汗又有啦，即係打塔利班嗰段時間，佢直情一落啲好重型嘅炸彈，係你諗下冇理由啊，你阿富汗咁荒蕪，揾棟樓都冇噶嘛，冇錯，佢哋係特登要啲好勁嘅爆炸量，哇！佢匿曬地底㗎啲人。佢要炸，咁然後咧，其實有啲人講就話，其實佢係想觸發當時嘅地震。咁阿富汗其實係曾經試過一鍋，都係有呢啲咁嘅嘢。啊，我哋做節目之前我冇同你夾過，不過我想突然之間爆肚問，我頭先提出嘅疑問啊。咁咧住喺地底嗰班人咧，會唔會被呢啲咁樣嘅人造武器會有影響咧？但係而家你話，比如傳話，即係我哋有地底有個世界啦，或者呢啲嘢啦，或者地底人呢樣嘢咧，我堅信有咯。嗱，你堅，我都信啊。咁但係咧，我諗佢哋住嗰個地底咧，其實就唔會話好似我哋幾層樓咁簡單咯。因為而家你就算阿 Facebook 個老闆 Mark Zuckerberg 都好啦。嗱，我冇唔係話佢啊，而家佢買嗰個地堡都十幾層樓啦，全民。啊，應該係幾個月之前嘅節末日地堡係啦，節目有講過係冇錯冇錯。咁所以就係咯，咁而家你話，我覺得我諗佢哋有會有影響咯，但可能會係好似地表咁樣一陣陣咁樣咁啊算啊！你班友又玩啦，又玩嘢啦，咁嗰啲嘢咯。咁所以我覺得有啲嘢係相信有呢一樣嘢。係明白。係啊，咁好多好多嘅嗱，你見到我淨係做呢啲嗱，比如鋼務啦，呢啲咁嘅嘢啦，造魚啦，其實我都做咗好多功課。呢啲其實都係咩嘅？某程度上咧，係都係造福人類嘅，即係有一啲係幫改動，係啊，令到我哋嘅生活更加叫做舒適啲嘅啫。咁但係當然咧，即係人類咧，即係如果有即係多啲智慧，咁就當然就唔會有咁多悲劇發生啦。不過而家咧，早排我睇到個新聞啊，咁啊，Bill Gates就開始提出咧，就話因為我哋而家個臭氧層嘅問題咧。其實咧，佢咧就諗住咧，就利用而家嘅科技咧，就想影響我哋地球上嘅臭氧，而希望咧就改變到天氣。咁佢又話自己好事啦，但係咧而家啲人就話嚇，你咁嘅情況，你咪即係會唔會做一啲佢哋叫做臭氧武器呢樣嘢啊？咁係，即係你長時間你利用一啲物理上嘅嘢，而等到太陽唔好直接照射呢個地球，咁其實咪賴嘢，咪生皮膚癌嗰啲人咪做。咁啊，但系就呢啲嘢就佢有佢講，我哋有咁樣聽啦。咁啊，做唔做我哋都未知。咁當然啦，即係如果而家即係我哋聽慣陰謀論嗰班人咧，我哋就一聽到標記個名咧，咁我哋就我哋就會覺得啊，佢都係想滅絕人口嘅啫，咁樣或者減少個人口咁樣。唔係咁，所以諗好多唔同嘅方法咯。不過我覺得如果既然即係有咁多咁簡單嘅方法咧，譬如咧今次啊咁多人打針已經知啦，都使鬼用呢啲武器咩？不過我諗咁樣講喎，嗱，其實如果佢用天氣嗱，如果你我哋相信有氣象武器咧，係真真正正唔使大家刀刀叉叉互相出兵嘅喎，冇錯，做咗都冇人知噶嘛，係咪先？你咬我啊，係咪先？係個，所以你話信唔信咧？不過係即係如果譬如你話用天氣咧，因為大部分人都仲未相信係可以用啲咁嘅樣嚟咩嘛，咁所以就大家就唔懷疑。但如果你話譬如而家仲繼續去打針咧，咁可能好多人都會覺得哇喺你俾你揾到呢啲食品噶咯，你仲嚟揾我，可能有啲人有抗拒啊已經。但如果你用天氣咧，可能有好多人都唔會懷疑或者唔察覺或者唔知咯。因為而家咧其實就算我哋維基都好咧，其實氣象武器咧。佢有幾多種嘅？一種係改變天氣啊，有啲係改變地殼，有唔同嘅氣象武器。咁但係咧，而家喺嗱，我而家我已經揾到咧，喺中文版嘅維基咧，都有一個叫做構造武器啦。其實呢個就係所謂叫做地震武器或者地殼武器一個正式嘅名稱。Technology weapon 係。係啊。係。地殼武器。咁所以你話有冇咧？咁嗱，我哋信維基嘅，咁佢都有寫啦。
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即係由一開始做節目到而家，我哋不斷有好多唔同嘅即係情報來源啦。都唔係話求其係即係冇出處嘅，好多好明顯有好出名嘅出處嘅，包括新聞啦，包括某啲維基百科啦，或者有啲報道咧，都已經係即係列咗咁多嗰啲歷史同埋佢個發展出嚟。係啊，因為你有好多嘢咧。其實不是直接講的，有些其實我想是賴的，好像例如2010年海地的地震，是啊，這個為什麼會這麼出名，是一個人工的地震呢？因為又是好像日本這樣說的嘛，這個是一個非常理化的地震嘛，當然賴的就雙方都有賴的，有些就會賴蘇聯，有些會賴美國這樣。基於不好意思，我有一個不太明白的，即如果在海地，如果以我的所知，應該是一個比較即係落後啲啊，或者相對經濟嚟講冇咁發達嘅地方啦，點解要令到嗰度有事咧？嗱，因為點解咧？其實到震完咗就救災嗰班人咧，其實係邊班咧？就係美國民主黨。係。咁而當時咧，牽頭人係邊個咧？就克林頓個老婆希拉里。希拉里又係。咁其實咧，到之後咧，其實就爆發咗好多嘢，包括。邊一啲人當然係美國一啲嘅地產商喺嗰度重建啦，咁然後就美國就話我幫佢重建，咁其實咧就唔係直接俾錢海地政府，就係俾呢班友仔重建，咁其實你咪利用市民嘅錢或者美國嘅錢，咁係你還錢俾佢喎，係啊，咁就俾你起樓，但係還錢嘅就海地嘅人，咁其實咪呢啲咪揾呢啲著數，而家爆咗好多出嚟㗎。有些有爛尾啊，有些可能是很多這些這樣的問題，其實不是的，就算在當時呢，其實查維斯啊，委內瑞拉那個傻佬呢，他經常都說的，經常都說這些東西就一定是美國做的了，那這些，那你信不信他啊？所以不要立亂說別人呢，是不是都反美先，就是有一些位置呢，即美國做的東西出來，是確實很令人有爭議的。是啊，因為就算上年啊，土耳其同埋喺敍利亞邊境嗰個地震啊，羅馬尼亞其中有啲嘅參議員啊，都認為佢係美國製造出嚟嘅地震。咁好多好多依啲咁嘅傳聞㗎，就算你花蓮地震啊，或者其日本本身啊，其實都有依啲陰謀論，即係只不過你係企喺邊邊，同埋你信定係唔信咁呢啲。不過大家都係認為咧，即係通常呢啲即係做到呢啲地震嘅效果咧，都係美國嘅所為。咁但係我有少少保留嘅，即係可能未必全部都係佢嘅。唔係而家有啲，比如日本咪賴肥仔金咯。係啦，我就覺得係有，因為其實咧，如果只要俄羅斯佢有咧。就代表他身邊的幾個 friend 都會有的，其實全部都有的，即係爭在他的 friend 能不能夠令到他敵對的勢力那裡又出現一些這樣的。你冷戰，大家要明白，你有這麼多，你又要有這麼多，這樣才做到一個對等的嘛。沒錯沒錯，如果不是又要我燒核彈頭你呢，你有這麼多，你又叫我。你好簡單，大家坐低打麻雀，你打幾大，自己個銀包都要有錢先得。冇錯冇錯，係啊，你話打咗200咁樣，我冇啊，我冇啊，我得五十嘅。咁你冇噶嘛？你唔能夠耍白頭片噶嘛？係咪先？即係除非你鋪鋪得你贏啦，咁得係啦，係咪先？咁所以就大家聽完呢啲故仔，咁啊，如果你話真係擔心香港嘅，咁咪好似我咁咯，帶定把遮。如果有啲咩天氣真係差嘅，好似而家咁樣成日黑天嘅，你信唔信佢落雨啊？你帶遮嘅我都有，而家我都掛，因為其實咧。可能同我熟啲嗰啲聽眾咧都知道，我係一個好唔中意帶車嘅，因為我覺得帶車好麻煩。我以前，但係而家我就唔能夠唔帶，尤其是呢兩個禮拜啊，一落巴士就落雨啊，因為我屋企我要行翻翻去啊嘛。如果我嗰十分鐘我唔帶車咧，基本上我濕硬嘅，濕親有咩唔好咧？俾我老婆鬧啊，先麻煩啊嘛。有遮你又唔戴，整濕曬啲衫嚇，跟住只腳又濕埋，印到個地板又濕咗咁樣，又要我拖咁樣，所以總之好麻煩啊。咁所以咧，而家我就一定會帶住把遮嘅。咁所以就是、大家亦都唔需要話啊，我係咪因為香港天氣候氣就冇氣，大家唔需要驚，咁咪帶定多把遮咯。不過蘇花咁耐以嚟啊，即係喺天災呢一樣嘢嚟講咧，就應該係咪有史以嚟香港都未出現過一啲？即叫做傷亡好慘重嘅天災咧，咁所以我都認為咧，即係香港本身都應該有佢嗰個福氣喺度嘅。成日都話香港福地嚟噶嘛。係啦，我哋唱好香港啊，大佬。絕對係，絕對係。即係你睇我哋咁出嚟啊，又留喺香港，又講咁多香港好嘢，知我哋咩啦？堅定立場啦，係咪先？咁所以我哋都係噶，都有陣時都要上嚟支持下、買下嘢啊、識下嘢、開心啊咁樣嗰啲嘢。多謝多謝。嗱，咁啊，今集咧即係講呢個氣象武器咧，咁我哋就。
到呢度為止啦。咁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嘅時候咧，咁就不妨可以同我哋講。咁我等我哋可以準備多啲唔同嘅資料同大家分享嘅。又或者想聽啲咩咯？係啦，冇錯啦。又或者阿 Lawrence 好啊，又或者阿台長都會幫你可以睇有冇啲期票可以玩下啊嘛，係咪啊？係冇錯，係啦。咁睇下即係大家會對邊一類型嘅節目會比較感興趣咯。咁我相信咧，我哋呢一集節目出街嘅時候咧，喺另外一邊呢個友台咧，都係會見到 Gary 同埋我嘅蹤影嘅。係咁都會有啲。啲咁多係同呢個氣象武器啊，諸如此類嗰啲有少少咁多關係啦。盡量唔重複咯、啊。係啦，但係我哋唔會重複嘅，咁所以咧就可以咧俾到大家咧有一個即係嗰個星期二晚上啊，即係或者星期三個早上咧，就有多啲唔同嘅機會咧，聽到我哋嘅節目，聽到我哋把聲咁樣咯。希望大家唔好介意我哋煩。係啦，咁啊，即係如果大家中意聽我哋節目，咁我哋就好開心噶啦。係。咁啊，機會。就上咗嚟啦，咁啊唔多唔少，我知道機會咧有好多樣嘢都係戒口嘅，咁但係有一啲嘢咧，我相信咧都係可以唔使戒口嘅，咁因為咧嗱，咁我哋要斟一啲，呢個係蘇打水，蘇打水，咁啊蘇打水要飲咩？其實你真係問我咧，我覺得咧係溝呢個香檸汁係最好嘅，嗱你倒你又話俾我知啦嚇，OK。是不是咁多了我不知道、我自己是喝開咁多。係啦，如果你不怕酸，其實咁樣是最好咯。即係如果你譬如你怕酸，可能落少我頭先一半，咁就啱噶啦。要舉起支嘢俾大家知。係啦，係啦。咁因為我日日飲嘅，你知道，我都開咗成個禮拜噶啦。不過如果你話喺我嘅角度嚟講，即係喺我個飲嗰個份量嚟講，我算飲得多噶啦。一個禮拜就已經飲咗咁多。但係你問我咧，當我哋食飽飯，譬如好似頭先咁，我哋食啲肥膩嘢咧，飲翻一杯呢啲咧，確實係嗰、那個。即係消滯嗰個效果咧，同埋去廁所會好啲咯。相對嚟講都會好啲，因為其實原來有聽眾教我啊，佢話如果有時便秘咧，買嗰啲叫做嗰啲叫咩細梳打粉係咪叫？哦係啊，小梳打粉。啊小梳打粉，對唔住，唔好意思，小梳打粉咧就咁溝水飲喎。係係係。溝完水就即刻鼻嚟白辣咁咯。咁都真係幾見效喎，咁啊多謝各位聽眾。但係嗱，因為我自己我都有之前我都有咁嘅情況。因為咧，嗱，而家呢位網友係講嘅嘢係啱嘅，但係咧，我哋只係解決咗我哋去唔到廁所呢個問題，但係對於我哋自身嘅腸臟咧，其實係冇改好。哦，咁啊係，即係我當啊嚇，條腸出咗啲問題，你啊擠啲解油落去，就等佢咧就可以嗰一刻咧就鬆翻出嚟，就排咗啲積咗喺裏邊嗰啲。便便啦嚇，咁但係長遠嚟講咧，都係要條腸嗰個蠕動要做得好啦。即係你個摩打，你要真係要行得順先得㗎，係咪先？係啦，咁所以就係要補充翻。咁多謝阿 Gary 就俾一個咁靚嘅位俾我，俾個植入廣告啊。咁所以咧，係冇錯，植入廣告嚟嘅。咁所以咧，我哋呢個酪酸菌系列咧，就都係係我哋公司裏邊咧受咁多位聽眾愛戴同埋歡迎嘅。咁所以咧，機會唔好意思，麻煩你去嗰度攞嗰盒，寫酪酸橙色嗰盒嘢俾我啊，唔該。橙色嗰盒，好嘅，係啦，即係零零碎碎，冇個價錢牌嗰度，係啦係啦，冇錯啦冇錯啦，係啦。咁陣間喺個畫面度咧，會俾大家睇嘅。嗱，我哋不嬲咧咁耐以嚟咧，我哋係賣酪酸菌嘅，係咪？係，冇錯。阿機會兄都有食酪酸菌嘅，咁啊不如你又講一講個功效先啦。嗱咁樣，咁啊話説咧，我就早一排咧就去唔到廁所。係。咁啊，大概真係好誇張啊！咁啊，就有三四日左右到啦。咁就好唔舒服，好唔舒服，谷住谷住。咁啊，嗱，其實咧就我亦都有啲中醫嘅朋友講咧，嗱，原來喺嗰段時間就唔係淨係得我一個，係好多人都有。哦，可能濕重啊。因為點解咧？啱啱我哋自己本身咧，春天潮濕，但係咧，我哋而家今年個天氣咧就開始反常。我哋其實你會留意到我自己個人咧，係一路冇著個長袖衫。天氣高，但係濕度重，咁所以咧有啲寒熱底嘅人咧，就因為呢個天氣嘅狀況咧，就去唔到廁所。啊，我都係寒熱底喎。咁我所以咧，我就當時死啦，又去唔到廁所。咁啊，我要諗下啲治標嘅辦法。冇錯，冇錯，冇錯。咁所以我就問阿 Lawrence 話有啲乜嘢嘢啊？咁佢就介紹咗我另一隻嘅酪酸菌俾我。係啦，另外一款係即係加強版嗰款。係啦，咁我首先我唔係賣廣告，因為
如果我唔得嘅咧，我走嚟劈佢哋。系啦系啦，即系我系唔会喺唔敢喺佢面前提嘅，因为费事啊嘛，系咪啊？因为咧嗱，我自己我今日嚟讲啦，我就试咗两个礼拜，咁其实咧就而家都已经系回复正常啦。咁我换言之咧，就唔好介意啊。咁我可能我食埋呢个呢两次呢、這个呢两个礼拜之后咧，咁我可能我未必会再食。嗯，你亦都有教我啦，好就唔需要食噶嘛。唔系好就可以停一段时间，系啦。咁如果又见翻，又好似唔系咁好咯，又咁我哋又可以食翻啦。系啦，咁啊。所以 我自己個人是 OK 咯。係嗱，我呢度咧呢個係突然之間同阿 Gary 咁樣冇夾過㗎。我問佢，我係冇夾過嘅。冇夾過。咁所以我哋就知道我哋嗰款酪酸菌係有即係對大部分嘅聽眾嚟講咧都係相當有效嘅。咁、好啦，咁點解我哋要咁樣講呢一隻咧？因為其實咧我哋上一個月咧我哋係入個少量翻嚟賣。咁點解我入咁少咧？由於佢個價錢咧就都。唔係咁容易買到啊，即係六百幾蚊一盒嘅。OK OK， 係啦，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六百幾蚊一盒嘅咧就都係試少少先啦。咁結果咧第一批咧好快會賣曬，咁賣曬嗰個原因，咁我講下先。我哋平時咧就食酪酸菌啦，咁、我哋嗰款酪酸菌咧就已經包埋佢酪酸菌嗰啲糧食。咁我意思係即係點咧？我哋食啲菌落條腸嗰度，咁條腸居住咗啦。跟住咁你要俾嘢佢食噶嘛，咁佢有嘢食啦，咁佢咪會繁殖咯。咁佢繁殖得多嘅時候咧，壞嘅菌係會俾佢同化或者俾佢趕走咗嘅。咁自自然就成為一個即叫做生活圈子，即係話有大部分嘅都係好菌，少部分就所謂唔好嘅菌。但係我所理解嘅係唔能夠冇一啲唔好嘅菌。係啦，唔可以嘅，所以正常係應該係78:22嗰個份量。37啦。係啦，大概係37嗰個份量啦。咁咧，咁我哋嘅腸道先至會叫做咧好暢順、好健康，對我哋其他身體上嘅器官嘅操作咧，都係會有一個正面嘅影響嘅。咁但係咧有一個疑問啦，就係點解會有啲朋友食咗會冇效或者冇咁有效咧？因為酪酸菌去到條腸嘅時候，佢唔知道有幾多少菌。是會食完嗰啲糧食，會不斷咁樣去繁殖咧，有啲繁殖唔到啊，或者佢嗰條腸嘅環境唔適合佢居住，佢住得唔舒服啊。嗱，酪酸菌嗰個原理就點樣咧？啲菌去到條腸嗰度，當佢繁殖嘅時候咧，佢每繁殖一粒酪酸菌出嚟嘅時候咧，酪酸菌係會生產一款叫酪酸嘅出嚟。如此類推，我哋食乳酸菌就會有乳酸，如果你食醋酸就會有啲醋啦嚇。咁所以咧。醋酸菌就會有啲醋酸出嚟啦，每一樣唔同嘅菌咧，都會令我哋嘅腸道多一種健康嘅酸嘅，或者即係講酸啊，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就要針對翻我哋要食啲咩食啲咩菌啦。咁但係由於有個數據就係話，原來有一啲朋友係唔能夠食完落去，令到佢自然咁樣繁殖、或者大量繁殖。咁所以咧，日本人咧就喺舊年咧就出咗一款。直接將啲酪酸食落個肚嗰度，哇！咁所以咧，佢係有膠囊嘅。OK OK，、有啲朋友佢問我：，喂，阿羅老師，你知唔知㗎？我哋啊係有胃酸嘅喎。其實咧，你我見到你濕皮問我，我都唔敢問你。不過就都好奇啦。點解你啲酪酸菌咧冇膠囊嘅？全部都咁，因為咁樣嘅酪酸菌咧，佢天生有一種嘢咧，即係有個保護網咧，佢係可以通過好高濃度嘅胃酸膽汁。或者腸分泌出嚟嗰啲嘢咧，都整唔爛佢、外邊嗰個保護網嘅，所以佢係唔需要有膠囊嘅。咁但係呢一個酪酸就咁，佢酪酸精華呢一個咧，由於佢唔係菌嚟嘅，佢直接將啲酪酸去到我哋個腸嗰度，所以佢哋要個膠囊去保護住裏邊啲料，唔好俾胃酸同埋膽汁去溶化佢。即係未落到腸就搞掂咗。係啦，因為如果咁就嘥曬啲錢㗎啦。咁所以咧，呢個酪酸咧係有一個。capsule， 咁但係當然啦，呢、這個 capsule 咧，我喺入貨之前咧，我要 check 過好清楚噶啦，佢係冇任何嘅化學成分嘅，佢全部咧都係天然嘅，譬如呢個係先啦，乳酸，跟住咧橄欖油，係啦，咁同埋佢嗰個殼啊係魚膠粉啊，用魚系列嘅魚膠粉，當然啦，可能有啲食齋嘅朋友就嚇、你有魚膠，咁啊即係有魚咯，咁啊呢個抱歉嘅，如果食齋。係呢度唔得嘅咧，咁呢度我都係啦，呢度冇辦法嘅。但係如果唔係食齋嗰啲朋友咧，係可以考慮呢個。咁因為咧喺我未補呢次貨嘅時候咧，就已經集合咗一班客人嘅訂單。咁所以咧，你哋之前想買上到嚟又冇現貨，但係又唔係
十五十六唔知訂唔訂好嗰啲朋友咧，就唔需要擔心啦，大家可以上嚟買呢款啦，係落酸。呢個係唔係菌嚟嘅？係直接將啲酸食落個肚嗰度，咁、所以咧，我哋就可以直接吸收到嗰個酪酸，就會快啲嗰個效果會更加快，同埋更加見效咯。但係呢個咧如果以我個人嗰、那個嗰、那個經驗，因為我都係試過曬嘅，呢、這個我係試咗四盒噶啦，呢、這個我自己你問我咧個效果係相當之唔錯。但是你問我，我是不捨得長期吃的。點解呢？因為六百幾蚊咯。你問我，我有少少肉赤嘅。唔係，咁但係我想問一問，有啲咩功效或者食完之後，出個身體有啲咩狀況會有改變？譬如，因為咧，我哋近排都有一啲打完咗針啊，冇錯，打完咗針，唔好意思，打完咗針。約咗一排身體，唔知道用咩渠道去改善身體嘅朋友上嚟買咗兩盒加強版嘅酪酸菌，佢哋就覺得改善咗好多，排便又正常咗，暢順咗，最緊要係啲皮膚冇再出粒粒啊！哦，係啊，係啦，同埋個人冇咁攰啊！即係呢個就係食酪酸菌最大嗰、那個嗰、那個特徵啦。咁但係呢一個，如果你問我咧，如果你嗰排個人成日係真係攰得好緊要。跟住咧，不斷咁樣好啲唔好啲咁出粒粒，或者係嚴重到變咗做濕疹咁樣咧， okay, okay. 又乾又痕咁樣咧。其實如果你要食乳鐵蛋白同埋嗰個酪酸菌咧，起碼都要食翻兩個月先至會好翻嘅。但係如果你食咗呢個咧，即係嗰個效果應該係可以縮短一半以上嘅。係啊，即係佢嗰個效力係好勁，因為佢唔需要將佢轉化，就已經有咗嗰個酪酸啊嘛。咁但係個代價就係因為即可能因為佢係有專利嘅。所以佢賣出嚟個價錢都相當之貴嘅，而且基本上係我係舊年九月問佢報價，今個月落單俾佢，佢已經加咗我兩次價啦，已經。即係佢自己本身都唔優賣嘅。係啦，佢嗰個報價單係30日嘅啫，即係話我今個月報價俾你，下個月係可以唔同嘅，所以你一定要次次都問嘅。咁唔緊要，因為我自己試過好，同埋有網友想買啊，咁我就入咗幾十盒啦。因為我真係唔敢入好多嘅呢啲，咁所以如果有需要試呢款酪酸嘅朋友咧，咁你哋就可以隨時上嚟買，或者去我哋嘅網站買都可以。特別好似我哋呢啲咁嘅中年人士咧。咁啊，特別真係要留意。以前我哋唔多覺我哋身體有啲咁嘅問題喎，即係譬如飲完杯奶茶屙咪屙咯，頂屙咯。係咯，你問我，我都覺得係冇乜所謂。唔係，我諗係咪身體真係差咗咧？係啦，但係而家譬如我即係譬如我今次去驗身咧，咁全部都靚仔，唯獨是咧我嗰個三支甘油酸又高咗少少。咁三支甘油酸高嗰啲有啲咩唔好咧？啲血咪容易結啲啊？凝係啦。咁就係好有機會咧，即係如果你長期唔理佢咧，啲血一塞下塞下咁樣咧，咁加上可能又食得多肥膩嘢啦，後生嘅時候，咁血管唔多唔少都有啲咁嘅脂肪壁喺度噶嘛，咁啊有機會塞住，可能要通波陣。係，同埋就算你啲血結，即係我自己早排我有驗身，我都係㗎，個抽血嗰個姑娘都話：喂，你啲血好難抽出嚟喎，驗抽血嘅時候。咁個咁我點啊？咁基本上你睇下喎，佢話我咧好難抽喎，係咁好大力咁撳住手，我自己又係撳咗手瘀曬。佢有啲就話我啲血結，咁佢通常嗰個姑娘就話嗱，不如咁樣啦，你朝早就如果你驗血之前飲多啲水，飲啲水出嚟啦咁。咁但係我心諗，我解決咗我一開頭飲完水，我俾你驗血抽多啲，咁我之後咁點咧？我唔知道身體。冇錯，呢個就係都係治標啦，就治唔到本。咁所以咧，我哋都係咧要食翻多啲蔬菜。同埋，因為我亦都有覺得啦，因為就算我哋而家咧有好多朋友都好啦，成日會好容易會感冒。其實有好多人會懷疑就話，喂，係咪而家啲菌勁咗咧？咁我相信其實未必係，因為可能係真係我哋身體差咗都未定。呢個我好同意基偉兄咁樣講。呢個唔當然啲菌係勁咗，但係相對嚟講啊，好似我哋部電腦咁啫嘛。如果你有嗰個 software， 咁所有嘢 update 咗，咁所有嘢都會同時 update 噶嘛。即係譬如話，而家行緊呢個 version 嘅時候，咁就會相應嘅軟件就出翻嚟噶嘛。即係而家我覺得嗱，台灣就成日有呢啲新聞，日本都成日有呢啲新聞，就好多時會有一啲突然之間好容易會有啲咩怪病。又話而家又話我哋比如踩到污水，揩到落只腳度，又會有唔知呢個我喺我身邊係真係目擊過嘅。我太太嗰邊嘅親戚嚟嘅，咁就不嬲冇事過，好精神嘅喎，見親都好大聲咁打牌咁樣，即係上下碰下嗰啲好大聲嘅喎。有一次佢不嬲即係有時煮餸都會咩嘅，唔小心即係都割到隻手咁樣嘅，咁成日所以成日包嘢手指嘅。咁有一次咧就去街市買餸，
咁據佢個女講就係話，懷疑應該就係買魚嘅時候啲、哦、水擠咗落個傷口嗰度，跟住兩日之後咧，隻手指咧就變咗黑紅色啦，跟住即刻送入醫院啦，第四日就走咗啦。咁所以咧，即係嗰一刻我已經聽話咩食肉菌啊，話呢啲菌咧嗱，其實呢啲菌咧，我喺日本一個嗰啲健康節目嗰度聽過。佢呢啲咁嘅食肉菌啊，呢啲咁嘅死亡菌呢啲咧，其實佢有一個名嘅，就叫做常在菌，嗯、就即係話咧，唔係魚檔先有嘅，係即係話全部呢個世界係有嘅，係啊，充斥住喺我哋每一個空間，除非我哋真係嗰個係叫做好似人哋嗰啲電子做精密電子嗰啲地方咧，無菌空間唔得㗎，係啦，我哋生存唔能夠冇菌嘅，係啦，冇可能㗎嘛，咁即係話我哋要有翻有根翻咁上下嗰個抵抗力。點解我哋會易感冒呢？都係條腸作怪嘅啫。如果條腸嘅壞菌多，就即係話我哋嘅抵抗力會低咯，所以咪會容易感冒，會個人咪成日好似唔夠電啊，差唔夠電，已經差瞓極都唔夠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我哋條腸唔好啦。咁所以咧，點解我哋要強調我哋要整翻我哋條腸，就可以解決好多唔同嘅問題咯。咁所以咧，即係大家我呢度咧，我成日都想講，大家唔係一定要幫襯我哋買我哋呢一款洛酸菌，即係出邊都有好多好嘅菌嘅。只不過因為我係比較 focus 喺日本嘢嗰度，我又認為同埋做過測試咧，嗰、那個洛酸菌係啱我哋香港人食啊。就算我都係咁樣講啦。大家咧其實聽完個節目都好啦，其實唔需要完全100%認同阿 Lauren 所講。係冇錯啦。咁就算同類型嘅產品，其實我哋去唔同嘅。嘅鋪頭啊，其實我哋 都可以買得到揾到嘅。咁我唔係話一定要大家上嚟買，咁亦都唔係話一定要相信呢隻菌係有幫助。冇錯。但係我哋自己，我哋要記住一樣嘢：如果我哋相信而家我哋嘅身體嘅抵抗力係差咗嘅時候，我哋係咪要思考一樣嘢？我哋要諗辦法要將解決呢個問題啦，係啦，係提高咧，提高我哋嘅抵抗力。咁所以呢度咧，要大家要注意翻啦。咁好啦，咁我哋講一啲咁有益嗰啲嘢啊。咁我即係可能有啲聽眾就話咁鬼悶嘅，成日講啲我鬼唔知咩咁樣。咁某程度上係咪都要放縱下咧？我哋間唔中咁，所以咧即係大家可能等咗好耐啦。嗱咁啊，阿基兄就將即係可能好快又會去遠行啦。咁佢未必會需要吃呢啲噶啦，咁但系咧，唔系我中意噶。你問我咧，即系我因為我做節目，我實在做得太夜啦，咁所以咧我自己咧都係會中意喺屋企煮啲面食嘅。咁信眾要求啦，即系呢個唔係我自己零舍中意喺呢度賣，只不過我因為我自己中意食，又見到大家又咁中意買，咁所以咧就入多一次貨翻嚟。咁咧喺我哋右手邊個埲牆，基本上全埲牆都係噶啦。咁睇下大家即係有幾多興趣要買幾多啦？咁今次就翻咗好多，咁有好多唔同嘅牌子嘅面神，咁嗰三款味道我會入齊啦。咁另外新嘅係啦，啊面神有三個顏色噶，有橙色、藍色、黃色啦。基本係你食過邊一款味啊？我食過藍色，係啦，藍色係最好賣嘅。但係當然，如果你問我，就中意橙色嘅。咁如果我個女就中意食黃色咯，即係佢中意食淡啲啊嘛。因為嗱我自己咧，我就食過呢只。但係呢只就係綠色呢只嚇，中華三味。中華三味，我紅色呢、這個。其實咧就中華三味呢只咧，我點解中意食咧？係，其實佢個味唔係濃嘅。咁如果咧我哋中意食一啲淡味嘅雞湯面嘅咧，其實係可以利用呢只面，然後冇錯擺自己嘅雞肉上去咧。係啊係啊係啊，就正到不得了啦！咁你即係你出邊食，起碼平幾多60-70嘅大佬，即係嗱、啊，當然呢個都唔係啲好平嘅公仔面。係，但如果你自己即係譬如當你啲雞少少雞咁，我當你嗰成本可能係呢只，我覺得真係好似我哋喺某啲嘅鋪頭裏邊食嗰啲雞湯面啊，或者嗰啲似㗎，或者上海某啲嘅鋪頭都有呢啲㗎嘛。我諗，但係我諗呢只面會好食過佢嗰只咯，再係我力戰咯，係咯，因為我食過，係啦，因為中華三味咧，我自己咧就由細食到大噶啦。咁你問我咧，我中華三味今次我用咗三個款嘅擔擔面、北京風味同埋呢個廣東風味。咁、基本上呢三個我係輪住食。咁但係由於咧近年咧少咗門市有呢款面賣，咁所以咧。因為我自己純粹我呢、這個我即係我自己個人嘅喜好嘅啫，咁萬然我自己屋企都食咯，咁不如我入幾百包翻嚟試下買下。不過我離身咧，我呢只面咧，我唔係喺阿 Lawrence 度買嘅，其實我係喺沙田某某嘅超級市場嗰陣時我食落。哦，係咪即係地下嗰間啊？哦，係。以前咧，其實咧，佢好生意嘅時候咧，係好多靚面賣嘅，即係以前排隊俾錢嘅時候啊。
陰公喎，而家我真係冇一次見到佢要排隊嘅。算啦，你冇辦法啦，其實。真係估唔到係會差，即係一跌就跌得咁犀利嘅喎。所以我覺得香港嘅朋友咪支持翻香港嘅鋪頭。如果你好簡單，如果你唔好話執笠啦，你冇得賣，咁你都死啦，係咪先？你識唔到係咪先？如果譬如你問我而家我求其去一間唔知乜嘢茶餐廳，三十到尾。至到$50是一個下午茶啦。而家我食開晚餐係啊，我住晚餐。係啦，咁因為我就喺荔枝角啦，咁就求其去一間，總之求其整個唔知咩菠蘿油同埋一杯凍奶茶都30多噶啦。咁即係如果又有空間可以煮多少少嘢食嘅咧，你問我食一個呢啲面，煮多加嘅煎蛋咁樣咧，咁我已經好滿足啦。即係食成件事唔同，個面質地又好味，咁同埋即係佢咁多年嚟講咧，佢都冇點樣即係叫做降低過嗰個質素啊。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食開靚嘅公仔麵嗰啲朋友咧，咁就可以考慮呢只啦。咁啊，最後仲有一款咧，即係麵啊。咁我哋仲有一款叫做極樂拉麵王嘅，呢、這個極樂即係極樂世界嗰個啦。咁就同呢個死後世界應該就冇乜關係嘅。不過意思都話係好味道爆燈。係啦，好味道，即係好似早燈極樂咁樣。咁啊，如果大家想試下佢有幾咁極樂咧，咁可以嚟試下啦。咁佢呢一款咧，其實抵食嘅。佢一個 pack 裏邊咧有三包，咁啊$36一 pack。咁即係圍到$12一個咯，咁啊呢個都係好食嘅，但相對嚟講，我自己嗰個即係心水提供，我就一定係咧就係、是、中華三味排第一，麵神排第二，咁啊呢一個咧就做配腳嘅呢個嚇，咁啊講完啲麵嘅時候咧，咁啊我哋又講下啊，我想問下阿基偉兄，我想問下你，除咗你甜嗰啲嘢唔食得之外咧，薄脆嗰啲你食唔食得㗎？有食，不過我唔會食咁多咯。係，唔係我想開包出嚟你食咧，但我唔知食唔得啊。哦，咁啊，梗係得啦。哦，咁啊，好啊，喂，麻煩你喺我前面幫我okay. 不如我少碗魚啊，嗰度。邊度？呢個一隻字呢、這個，係啦。好啦，即刻試下，即刻開俾 David 兄食啦。嗱咁啊，嗱呢度有冇啊？有冇嗱？咪住先，有冇啊？台長上個禮拜食呢一隻嘅魷魚咁好味嘅先？兩個不同口感的、即如果你問我呢即台長吃到不停得、這個是因為我們要吃到是要剪開了條片等不要吃東西 太大聲和太長時間這個是很好吃但是、你問我、感覺不同因為那個呢很重味是它會令到你不斷地相食它所以我又形容它是有少邪惡的地方就是在那個位置、但這個呢就自然很多這個呢是基本上佢攞唔同嘅魚啦，譬如佢呢個咧阿字又即係池魚啦，咁佢呢個咧叫十八就青魚啦，咁呢度咧有一款叫做 kisu 即係有個喜字嗰、那個魚字邊一個喜愛嘅喜字啦，咁啊呢一個咧就係叫做伊瓦斯即係沙甸魚，咁佢有四款唔同嘅魚，就加埋呢個柚子味，再攞去燒，咁所以咧你問我嘅時候，我喺屋企煲劇咧，我就一定係食佢嘅，叫兄唔好客氣。是咪有四種不同味啦？係啦，四款不同嘅魚嘅嗱，咁我睇下我抽到咩魚啦。好明顯，頭先我同阿基偉攞個基偉而家攞住呢個咧，應該就係嗰、那個池魚啊。咦，幾好食喎、啊！啲味幾好、味啊！我追住佢味啊，我可能慢慢嘅，同埋好襟食。佢唔係咧，好似嗰個好似薯片咁樣，嚼食完，嚼食完。$150，好似好快食完咁，我唔抵食噶嘛。這個、呢個咧需要啲時間，同埋需要少少牙力，同埋好襟食。你問我，我最中意攞一杯齋啡，開一包呢、這個。咁我一包可以分咗三次嚟食嘅。係啊，因為你唔好諗住以為一包可以食曬，我覺得一次我肯定食唔到咁多。因為真係要慢慢咬，因為你慢慢咬咧，嗰啲魚味先出嚟嘅。因為我在日本，我見到佢哋點樣整呢啲魚啊，我都得意啊！點樣整噶？咁啊，佢收好多雜魚翻嚟啦，咁啊分類啦，分完類之後切咗個頭，將個中關嗰條脊骨、胸骨抽咗出嚟，跟住就擺喺個網度曬啊！哦，咁啊曬到咁上下，再由啲汁上去，再曬，又再由啲汁上去，跟住擺落個焗爐嗰個焗。所以點解食呢只呢啲魚點解咁襟嚼嘅原因就係、是，即係佢唔係好似我哋食咁樣好容易會散開啊嘛，所以佢就一路可能茶就再燒再燒咁樣。哦，咁所以你見到佢啲味係有層次，唔係話咧，我有時唔知噶嘛，佢嗰啲數目字啊、
去嗰啲咩墨鱼买嗰啲虾味、哦，味咋、啊？有蚝味、哦，有啲咩鱼嘅味，系嗰啲味咋？唔系真系有嗰样嘢嘅，但我哋卖嗰啲真系系用嗰一样嘢做嗰啲，咁我先至会买咯。啊，呢啲都系冇防腐剂嘅，系啊系啊。不过嗰个代价就系啱啱今日先翻货嘅啫，摆到8月3日阴公，所以话即系我喺呢两个几月里边咧，三个月唔够，咁就要咧就卖晒呢几廿包嘅。但系如果你有40包烟膏，我谂我卖得晒嘅。但系唔会呢啲货唔会成日入咯。咁又几好食，你唔好谂住咁细包，以为一镬过食晒，其实系唔系唔得嘅。起碼我照一塊啊，起碼都要照2分鐘啊。係啊係。咁照完你飲杯嘢，咁啊唞一唞，咁啊又再接。咁所以基本上我睇成出嘅咁樣計啊嚇，最多都食半包嘅啫，最多啊。平時我食3份1包，我因為我會慳住嚟食嘅，我會慳住嚟食。咁所以一包咧，我係可以食到3次嘅。唔係，咁你就算我比如我煲劇，咁你都冇可能食曬啦，係咪先？係啊。OK， 逆轉啦。咁所以咧呢一個咧係今次咧一個推薦嚟嘅。咁啊，另外咧仲有啲咩先啊？基兄，唔好意思啊，麻煩你幫我去嗰個攞把芒果乾過嚟，唔該。嗱，咁咧因為基兄就唔係好食甜嘢，咁所以我今次就唔開呢個芒果乾啦。咁但係由於即係呢個都係私心推介嘅，我自己咧即係可能我就冇點同大家提過我中意食啲咩零食啦。即以前啊，如果大家嚟我屋企咧，一定會見到我屋企好多芒果乾喺度嘅，因為我好中意食芒果乾。喂，但係點解你會特登會力戰呢只非一般嘅日本製嘅芒果乾咧？係因為我冇諗過日本人會出芒果乾啊！即我見過嘅日本人係有出芒果乾，但係好貴同埋好少。喂，但係日本有芒果噶嘛？有，但係係好少同埋點樣講啊？個味道你會覺得點解同我哋平時食開嗰啲咁唔一樣嘅咧？咁即會有少少咩嘅？我想應該如果在日本買在日本自己本土種出來的那些800日圓應該4塊的那麼上下。哇，是啊，所以即是你不會立亂買來吃咯，就好像我這樣吃法呢，不知道吃多少錢，吃到破產的，是啊，即我吃很多的嘛。那我看到同這個同一間廠的，因為呢這一款呢，我吃吧，即係做下廣告先。係啦，咁呢一款，因為我第一次買，我就喺乜乜 super 嗰度買嘅。通常都係㗎啦。係啦，因為我覺得佢啲貨係靚㗎嘛，咁我哇喺正喎呢間嘢，咁我嘗試咧就聯絡佢啦，用我公司嘅名義咧就聯絡呢間廠嘅。咁呢間廠話唔係啊，我哋已經喺香港，我哋有人專門幫我哋買㗎，你揾佢啦。係啊，你揾佢啦。咁我嗰個心諗頂你個肺啊，跟住咁我用另外一間公司嘅名就通過同佢買，咁佢肯買喎。所以即有時即都要自己轉一轉圈。不過咁樣講，我哋有種情況咧，就做生意咧，就以為我哋俾錢入貨，人哋一定買俾你。因為日本唔係嘅，日本唔係嘅。如果佢肯，你一問佢，佢賣俾你咧，你有心理準備嗰樣貨咧，你買一兩次就好啦，就千祈唔好諗住長期賣。嗱，有一個好明顯嘅例子，有一款清酒咧。有粒米喺度嘅，呢個係好賣咗好多年嘅啦。不過我前兩年見到佢係唔係都批出去，俾香港好多間拆家，咁我就知道呢個牌子咧應該做得唔長啦。而家我見到佢喺 Facebook 度上面嗰啲賣清酒嗰啲鋪頭，唔係一間，好多間，原本賣200幾蚊支嘅，而家咪120蚊一支咋。咁你諗下，即係點樣講啊？我估可能分分鐘佢要蝕錢啦，即係原本賣200幾蚊噶嘛，咁賣120蚊，我諗可能佢蝕少少，甚至乎最多冇錢賺啦嚇。但係咁都慘啦，即係原本呢樣好受歡迎嘅產品，原本由有錢賺就變咗做冇錢賺，甚至乎可能要蝕少少，咁我就覺得咁又何苦咧？咁所以我覺得某程度上咧，你控制咗嗰、那個即係嗰個販賣嗰個渠道咧，係對自己個牌子都幾好事嚟嘅。冇錯，你係人都賣，咁你賣到成雞，因為其實你明知道有啲地方咧，佢哋最叻唔係點樣去分配邊一個做邊一個生意啊，係去鬥爛嗰個市場。同埋而家我發現到咧，嗱，比如大家去日本去得多啦，因為而家 yen 又平啦，咁所以咧有陣時咧，你會留意到咧。
其實而家佢哋都會有種，我覺得係咪因為太過多人買，不如佢有選擇邊啲人係賣俾你，或者邊啲唔？冇錯冇錯冇錯。而家會越嚟越覺得會有呢種感覺。係啦，咁所以我哋自己入貨，我哋都會小心咗。咁當然啦，如果譬如而家以我哋呢一刻嚟講咧，我哋會偏重健康食品嗰個路線會多啲。冇錯冇錯。咁我覺得嗰個咧就點樣講咧？相對地嚟講咧，就係一個叫做南海啲嘅。Okay. 是啦，呢啲嘢食咧，其實不嬲都係紅海嚟嘅。因為其實真係，如果我係開一間當門市咁樣計啊，隔離嗰個見我好賣，咁佢賣平我五毫子，賣平我一蚊，咁就咁樣鬥噶啦。因為佢諗唔到有咩方法同你競爭啊嘛。同埋我諗有樣嘢就係，因為其實賣日本零食咧，好多而家出邊嘅鋪頭啊，或者網店其實都有做。咁但係其實因為大家都係選擇嗰樣嘢，咁所以就。而家你會發現到咧，而家雖然開得多，但係可能有啲情況執都會執得多咯。咁所以真係嘅，我諗嗰個淘汰潮會好犀利咯。因為你餵食啊嘛，你餵食嘅情況嘅裏邊咧，你因為你樣樣都有食過，咁你知道邊啲得邊啲唔得，咁我信你把口嘅，咁咪自然咪同其他出邊會有分別咯。唔係，我有一樣我就係諗唔明啫，點解有好多老細啊，佢入啲貨翻嚟唔捨得食嘅？即係我呢樣我係唔能夠理解啊！譬如你唔試過嗰樣嘢，或者係經常食嗰樣嘢，你點知佢出眾嘅地方喺邊度咧？你話好食啫，譬如你阿 Lawrence 把口同好多人把口都唔一樣噶嘛，即係憑你有啲咩講？唔係，我諗咁樣講啦，因為傳統做生意咧，其實真係冇可能食到咁多。這個是的，但是即當一下，譬如我間店已經是百佳這樣的了，那我最多就請人回來吃的，是但是一般來說，譬如好像我們這些這麼小間的店鋪，那貨多的都是多幾百樣而已，還有因為現在我們外面坊間有很多呢，其實他們都是很大量咁樣入啊！即係我哋其實買日本依家零食其實好容易嘅，冇錯冇錯。牌子啊，因為個個都係買嗰啲嘢，好似乜乜蝦條啊、乜乜薯片啊，咁呢啲咁嘅蝦味嗰啲，或者乜乜朱古力啊，咁其實好多嘅。咁但係一啲比較特別小眾啲嘅零食咧，其實我覺得如果真係有人推介，我覺得係應該。我自己都會試，即係聽人講講完之後，我會判斷佢講嗰個內容，從而會去唔去試咯。但係如果你冇試過，你又同人講其實好嘅，點好啊？好味咯。咁你好味係點解先？因為如果講好味咧，一個三歲嘅小朋友都識講噶嘛。咁你好味喺咩地方先？個質感係點樣先？因為嗱，比如食依類型嘅烤魚咧，即係我自己都有成日買嚟食。但係咧，起碼個口感咧，我諗佢食一嚿依啲咧，等於喺出邊買嗰啲食四嚿。個速度啊，因為佢易嚼啊嘛，咁但係佢依啲咧，佢味有唔同嘅，佢你又話佢濃味又唔係，但係嗰種你食落去咧，咦嗰陣味真係幾好食嘅，係舒服啊，仲有食完咧，你唔會感覺到個口有咩負擔，同埋會好喉乾啊，即係譬如我食到而家我都唔即係我因為我係想飲呢、這個香檸汁我先至飲啫，我唔係因為個口乾先飲，你會發覺食一啲相對嚟講質素比較好嘅嘢咧。個口係會舒服嘅，係，同埋個心係會開心嘅，因為你覺得啊食緊啲自己中意嘅嘢，咁所以我自己都會開心咯。咁所以咧有時喺嗰個節目嘅尾聲咧，我哋都盡量想介紹一啲食得嘅嘢俾大家分享。個意思就即係話希望大家喺聽節目嘅時候啦，或者自己得閒冇嘢做去消遣嘅時候咧，都可以攞啲令到自己開心嘅嘢食出嚟食，減下壓咯。係啦。咁就某程度上又可以減壓啦，又可以令到自己咧，即係點講咧？你嘅人樂觀啲、開心啲咧，你遇到嘅嘢都會好啲嘅。相對嚟講，你而家個社會嘅氣氛，你會見到好煙悶。咁你既然煙悶嘅時候，有啲朋友又啊，成街都唔想出啦。係。咁有啲可能煲下劇啊、睇下戲啊、打下機啊咁。咁既然係咁嘅時候，咁不如等自己喺屋企咁咪有其他嘢睇下戲、食下零食。咁呢樣嘢我諗。很多香港人都是會的，冇錯冇錯。咁所以咧，我哋即係我就諗到啦啊，咁即係夏天咧，相對嚟講食零食個嗰個機率都會高啲嘅。咁所以咧我就喺五月份嘅時候就入一批零食翻嚟，咁啊睇下大家即係冇乜啱大家嘅口味啦。咁啊，今日再一次感謝基耀兄過嚟幫手做節目啦。最後我都係力戰呢包，因為我真係食過中華三味㗎。系啊，多謝基耀兄。咁啊，我諗好快啦，可能我哋又會做另外其他啲節目啦。都係嗰句，如果大家會有啲乜嘢題材想我哋講嘅，咁我哋都盡量會參考嘅。咁我就喺節目完結之前咧，我就想問一問阿基耀兄先。
其實呢是不是好像有一段時間都沒什麼說過 UFO 啊外星人那些，咁點解我代某啲聽眾問嘅，即係包括埋我自己啦。點解Gary兄嗰邊啲節目會近排會少咗呢個題材嘅？其實我不嬲嘅咧，我唔係話太多嘅。咁嗱，因為點解咧？就因為之前有 UFO 嘅節目咧，其實我諗我同阿台長都係啲近似話 David Crunch 啊，係冇錯。涉及到已經係爆料嗰個層面已經好多啦。咁所以咧我就會做。咁但係咧，你話純以飛碟嘅個案咧，因為我諗我哋其實我哋係。雖然我哋唔係有坐低傾，即等於我哋都唔會同個台長有任何事前有啲咩交錯嘅，個別嘅都係。係啦，咁大家各有各做，但係咧，我哋大家抱住都係一個尊重嘅情況，就話哦，某啲節目可能飛碟咁啊，飛哥做開嘅，咁我哋就盡量就唔會話即係大家撞咯，因為既然咁多題目，咁唔怕啦，冇錯。咁所以咧，我哋呢邊都有相。類似的情況的，因為咧喺呢個所謂飛碟界裏邊咧，如果冇乜好特別嘅新聞，又或者某一啲案件咧，佢冇嗰啲叫突破性嘅發展，或者有一啲後續咧，咁我哋好難冒冒然啊。其實咧喺1月5日喺美國西岸嗰度咧，又見到個不明飛行物體喎，綠色噶咁樣。同埋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哋自己理解嘅，因為咧其實 UFO 嘅個案咧，其實我諗同鬼故好近似。係點解咧？我望上天，見到隻嘢飛過，就個故事就完噶啦。冇錯，或者我哎呀行嗰度咧，我係覺得有嘢望住我嘅，見唔見到啊？但係見到啲咩啊？冇啊！哦，冇啊！咁係啦，咁啊完噶啦，咁好似潘少聰咁啊，好啦，咁啊多謝你電話啊，咁樣。咁所以個情況咧就係，其實好難係用一個聲音或者用我哋嘅片咧。嚟講到一個比較完整啲嘅情況，咁所以就好難組織，好難講到一集啊！冇錯冇錯，除非你又話喂，如果即係類似一個即係咩嗰啲新聞報告咁樣，喺其中一單報道講到啊，1月5日喺銅鑼灣上空又見到一個咩綠色嘅物體，有好多人見到啊 ，A 又咁樣講啊 ，B 啊就覺得咁啊 ，C 又覺得有感覺添咁樣，好啦，咁就以上咧就係呢個銅鑼灣咩目擊 UFO 個案嘅經過啦。咁呢種咪變咗做 UFO 新聞咯。係啦，只能夠咁樣嘅啫。如果你話成集都要講咧，就要一個比較完整啲嘅故事，係啦，即係有開頭啊，有經過啊，又有啲地方令到大家即係要諗深一層先至會可以知道佢背後嗰個意思。即係如果有一個咁足夠嘅題材空間咧，咁就我哋就會開集故事出嚟講嘅。咁所以就大家唔即係我覺得啦，咁多古靈精怪嘢，咁啊唔係淨係聽飛碟啩？係啦，應該好多樣嘢都可以聽嘅。咁啊好啦，咁啊多謝曬大家啦嚇。咁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多謝曬你，拜拜。Hello， 大家好，我是 Grace， 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喺 Lawrence 度買咗個新產品，就係膠原粉啦。咁先講翻少少我嘅 background， 咁大家會了解我點解需要食呢一個膠原粉啦。咁我由7月1日開始咧失業，咁心情當然係好擔心啦，好大壓力啦，因為出邊市道差，我好驚即係揾唔到工或者好難揾工。咁更加好景不常嘅係。在7月中咧，屋企嘅老人家過身啦，咁因為發生得太突然啦，咁打擊真係好大，咁完全係影響曬我嘅情緒，咁夜晚瞓得唔好啊，可能一晚要醒幾次啊咁樣，咁跟住咧更加恐怖嘅事再發生，就係甩頭髮。哇！甩到嗰個狀態咧，我係甩到驚，我咁大個人未試過甩咁多頭髮噶。咁於是乎咧，我就唯有去睇中醫啦，因為我都要知道自己身體出現咗啲咩狀況，而令到我甩咁多頭髮。咁去到醫師嗰度咧，佢幫我把脈啦。咁佢就問我：你係咪夜晚瞓得唔好啊？因為你血虛嘅情況好嚴重喎。咁跟住醫師嘅解釋咧，就係、是、每一個人瞓覺嘅時候咧，就係、是、依個造血嘅時間嚟嘅。咁你瞓得唔好咧，就會影響造血嗰個狀態啦。咁繼而就補唔到血落你嘅頭髮度，俾唔到營養佢，就出現依一個甩頭髮嘅狀況啦。咁當日咧，醫師就幫我做咗針灸，同埋開咗啲中藥俾我食。咁我大概食咗1个星期多嘅中药咧，甩头发嘅情况真系改善咗少少嘅。咁到我食晒啲中药之后咧，情况又再严重翻啦。
咁我好懊恼啊，因为医师曾经同我讲过，唔建议长期服用中药嘅，因为始终都系药有佢个毒性喺度嘅。咁唔知点样去解决呢一个状况之际，咁就同 Lawrence 倾开。咁 Lawrence 就介绍我，诶嚟紧我有个新产品就系一个 collagen 粉嚟嘅、哦，咁佢其中一个功效咧系可以帮你巩固发根，做到呢个防脱发嘅效果噶。咁其实呢一 part 咧佢已经拍咗一段短片，咁就由佢同大家讲解翻啦。咁讲翻我啦，我订呢一个大包装嘅 collagen 粉咧系500g 嘅。咁收到梗系好开心啦，好大包，咁啊即刻要试啦。咁食咗两日之后咧，都未见到有咩进展、哦。咁于是乎咧，第三日咧，我就加码食多5g，咁即系每一日我食10g啦，就分开两次食嘅。咁佢嘅味道咧就淡淡地，唔难接受咯，我觉得 OK 咯。咁我只系用清水去服用，因为咧其实系为咗方便，我每一朝可以空肚，即刻可以饮到啊。因为咧你空肚嘅状态去饮咧系最吸收嘅。咁咧大概饮到去第八日啦，开始呢个脱发嘅情况咧就减少咗。去到第13日咧，已经系可以回复翻一个正常嘅状态。咁因为每一个人呢嘅新陈代谢影响到佢每一次洗头嘅时候呢，其实都会正常去有呢个脱发嘅情况嘅，但係係一个正常嘅分量啦，当然。咁我觉得好神奇呀、啊、我只係食到第13日，我就已经可以做到呢、这个即係正常嘅状态。咁当然啦，每个人嘅吸收嘅程度都唔同嘅。咁我开心之余呢，我亦都影咗一张相去俾 Lawrence 睇我食嘅前后嘅分别啦。咁原本呢我係唔打算公开啲相俾大家睇，因为实在係太恐怖。我自己见到都觉得驚，我真係驚吓亲人。咁但係諗諗下又觉得都是一个实证来的、哦、即是去 support 到给大家见到，哇吃了之后个状态是可以相差这么远、啊。那于是乎我就跟 Lawrence 说可以 share 给大家看啦。那除了帮助到我改善这个脱发的情况之外呢，其实皮肤呢都有改善到的、哦。咁皮肤係润泽咗啦，同埋比之前更有光泽嘅。尤其是呢出街之前化妆啊，係好上粉㗎，个妆係好贴服好靓㗎。咁我真係好开心，多谢 Lawrence 揾到咁好嘅保健产品去带俾大家。咁我亲身试过之后呢，我就觉得好有效，而且呢价钱係唔贵啦，我觉得 CP 值係非常之高㗎，所以我好有信心去推介俾大家，真係值得去试一试呢个产品。咁喺我最迷茫嘅时候，咁就正呢一个产品就可以帮到我解决到我当时甩头发嘅状态。咁俾我揀呢药或者系保健产品，我一定系揀保健产品。咁你又点揀呢？